现在这边好，要增加三岁加值，我可以调，可以挪。这个优点就是可以挪，哦，就可以动来动去这样子啊，可以动来动去，好，没问题，没问题了，对 ，ready 了 ，Are you ready？Yes， three, two, one, go 啊，开始了，大家好啊，我们谢谢小鱼啦，小鱼，小鱼进来哈，来，我现在呢，这个还需要有一个，来 ，double 一下哈，行，我再拿一个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苹果的，我需要再一个线。好，给我一下，没关系。好，那个他叫再去拿一个苹果的线哈，因为我们边播呢，一定要边呢这个充电呐、啊，没有待会就没电了哈。没电英文怎么讲？哦，这边有英文高手。对对对，学生最喜欢讲没电的阿伯在那边呢。是不是叫 out of power 吗？哦，可以啊 ，it's out of power 啊、哦，好好啊 ，out of power， 那用这个好了，可以啊哈。啊、如果说电池的话没电的，然后也还有一个讲法是 the battery is dead， 可以用 dead， dead， 死掉了，就电池死掉了。Oh, the battery is dead 啊，或是 it's out of power 啊，真的，人家今天来宾英文很厉害的啦，哦，英语真好哎呀，所以啊，跟老师呢真的是很高兴，因为我也爱英语 ，I love English。啊、今天的我们台湾万花筒啊、我们所有 UP 的贵宾大家好，我是 Tony Chan， 今天我们要做特别节目啊、大家都知道齁，那今天特别节目呢时间呢是呢6月22号礼拜一，我们要下午呢2点到4点，那今天呢特别来宾呢要来分享啊、他呢是怎么样这个来台湾如何成功啊、然后呢他呢为什么会从事呢永久事业，那也要跟我们介绍呢芦荟的一个神奇功能啊，来帮助大家能够过得健康快乐，那就是呢我们呢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莫赞亚，他的这个台语哦，你的名字用台语讲好是的，戴维莫赞亚你好，莫赞亚穆在阳好，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很开心可以来到汤林老师的 UP 直播节目，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还有为什么从事永久产品公司，还有这个芦荟对我们的一些功效。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好了。好，他的名字好特别哦，莫赞亚。穆桂英的穆，在就是在海洋的洋，念快一点可以叫莫赞亚。啊哦，莫赞亚，莫赞亚，对，哎，这个名字好特别。其实刚才汤劝老师哈、遇到我们这个穆经理了，我就在想说，你这个真的是你本名吗？因为怎么那么好玩，那么可爱？尤其你这个名字把它翻成闽南语哦，印象很深刻。莫赞亚，穆在阳，来说说看，这真的是本名？是的，这是本名。那我是缅甸华侨，缅甸华侨。是我们家族的话，应该是住在缅甸，是第五代的哦。对，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华人的。那当初这个名字在缅甸是很正常的。也没有任何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闽南语嘛，对不对？缅甸也没在讲，没有讲闽南语，所以闽南话，你的名字也是正常。莫赞亚，对，来到台湾以后啊，原来是这个发音叫莫赞亚。哎呀，原来是讲不知道，好记啦哦，谢谢。不过各位观众今天听完这个节目呢，对芦荟会龙赞亚，龙赞亚，对啦，今天龙赞亚，我们呢，郑慧珍理事长，郑理事长您好，哇，郑理事长嘛是吼爱顾身体。我们郑理事长其实很伟大，因为他本身有好多癌症哦，真的，他是抗癌斗士，哦、就是我们的郑慧珍，谢谢了哦。那缅甸华侨，我想对缅甸呢，这个台湾的朋友比较陌生，如果泰国大家比较知道，是，对不对？那缅甸呢，汤炫老师去过，我去过缅甸啊、那我去过缅甸，为什么去缅甸呢？因为我有一个干儿子在缅甸啊。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捷德珠宝的这个 A 货缅甸翡翠玉貔貅，它这个玉呢是缅甸的翡翠玉，哦，所以呢，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去缅甸一趟，哦，去了解呢这些呢玉匠是怎么样呢把这个玉啊、能够刻成一个啊貔貅啦，或者是一尊佛啦，啊，或者是有着刻十字架，所以我去过缅甸。
哦，是太棒了、哦。其实去过缅甸的台湾人还真的不太多，不太多，因为缅甸并不是一个台湾人爱旅游的一个排行榜前几名。是。那之所以知道的人比较多的原因是，缅甸以前是军政府执政，对，所以它比较神秘一点，比较神秘，大家比较害怕。是。我就记得呢，在缅甸仰光啊，对不对？是。那个士兵拿的是真枪实弹。对，但是。缅甸呢，2010年左右呢、已经走向了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呢，现在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越来越 open 就对了。对，很多身边朋友也问到很多有关缅甸的事。是，所以呢，大家好朋友啊，想要去玩，对不对？哇，泰国玩过了，对不对？换一下缅甸会有不同的感觉。是的，其实泰国的东西不便宜了。大家知不知道？你没有去泰国玩哈、哦？泰国的物价跟台湾其实差不了多少，是。但是缅甸真的是差很大，对，对不对？相对来讲，对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是，我想请问，在缅甸啊，如果一般呢、啊、哈，像我们的在这个店员啊，以台湾的店员可能就大概一个月薪水以25000来讲啊，是。我们英文叫 shopkeeper 啊，这个那缅甸大概多少台币可以请到一个店员？是一般的店员的话，大约还是落在3-4千块。3-4千块就请可以请到啦。对，那如果白领的话，大概可以有4000-6000块。哎，那我再问你，我可能我需要哈，我汤丽炫老师呢，我都需要有人帮我开车，因为我不会开车，哦，就是算陪伴我啦，那也可以当我的这个 bodyguard 啦，因为我本身毕竟是一位明星嘛，出去总是要有一个人陪着我。哎，这样子，在台湾的话，这样子大概薪水4万，哦，4万差不多请这样子一个身份的啊、哦。那在缅甸大概多少可以请到？如果司机兼类似有点像保姆嘛，对不对？对，就是对，算保姆打杂照顾我，照顾你，把我照顾好了，不要让我被抢。还有，不要让汤一炫老师被设计了，你知道吧？被人家哦拿一个那个 trap， 然后跳进去。或不要陷入什么桃色纠纷呐、桃色新闻啊、或者是我的钱不要被骗光光了，你知道吗？反正就是帮我把关的这样一个人，这样子你觉得大概多少？是，其实我们在就是缅甸，我们很多同学啊、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家里大部分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是司机负责接送小孩、有些时候可能还要接送他们。对，大概行情就是会在缅币30-40万。好，所以大概就是6000-8000块台币就有了，对，就可以。我好想移民呢，真的、我想移民呢、对呀、我们蓝姐说老师今天穿得很正式啊、谢谢啦，因为今天配了我们的特别来宾。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哦，穆经理啦，对，郑小姐也跟我打招呼，叫不知道先生好。好、谢谢大家好哦。那穆在阳，穆在阳今天呢有送好康的要给大家哦。大概你们如果现在忙的话呢，记得3点半，下午3点半前要回来。啊，不好，您等来到散光了就没了。我们下午3点半送了哈、啊，你们3点半哈，那就被夹崩了，赶紧去夹。爱甲本进来清后康哎哈，3点半前要回来，所以真的很蛮特别的，完全不一样哈、好，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对缅甸这个神秘国度哈、有兴趣，那汤丽炫老师去过了，我觉得蛮值得啊，我也会再去，我也会再去，因为我上一次去都是我儿子陪我，是我儿子陪我哈，当然他是很好，你懂意思吗？他等于是都把我照顾得挺好的，食衣住行娱乐就对了，照顾得很好。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回来什么都没怎样。为什么？因为他带我的，你知道吗？是。那我这个人呢，我出国比较喜欢、去做自助旅行，就是没有人带，我到处走，到处逛，到处问，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每天会再去一次。但是我这一次去，我不会跟我儿子讲。没有，他要帮我安排好好的。好的，我想去受苦。是，可以去体验看看。就我认识的，有一位住在我们太平区的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童大哥，他跟我说他已经去了缅甸9趟了。哦，去9趟了。那只有第一次是跟朋友去，后来都是去自助旅游的。是自助旅行哈、对，了解了解哈。那我问你，以缅甸的治安呢？就是说会有危险性吗？
其实缅甸它有一些部分是没有开放的，但只要你去它开放的地方，都是非常安全的。哦、，very safe。缅甸人民也是非常的善良，因为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国家，所以基本上偷拐强骗他们比较少，不会这样子。信仰的关系哦，不会去设计人家，偷拐强骗哦，了解。是的，行哦，所以啊、各位好朋友哦，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呢想要到缅甸旅游、啊、可以呢跟我们呢木在阳经理联系，他的手机，你这个手机有24小时开放吗？一般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关机、是晚上睡觉我都关飞航。哦，飞航是什么意思？对，就是啊、没办法打进来。哦，对啊，那几点到几点会关机、应该的，因为你还是有家庭生活、啊、是的，我基本上的话晚上11点到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我去打太极。哦、oh, ，每天早上打太极。对，我一二四五打太极，礼拜三打羽毛球。哦、oh, ，那你是很爱运动哦，很好哦。是是是，你看你一二四五太极，礼拜三羽毛球，对，所以早上都会运动。是的。那运动时间多长？一次运动时间多长？啊，我们打太极的话是早上六点打到七点半。嗯，九十分钟。那七点半以后，对，可能还会再留下来，请教师兄师姐啊，老师怎么打。Oh.所以大概运动两个小时左右，欸、那很够哦，你的运动量很够，很好，哇！要搭配我们的这个啊芦荟饮品的话，就身体就会更健康。哇，还要搭配芦荟饮品，待会会介绍到，待会会介绍啦，这好物件啦，你知道不？哇，汤丽萱老师呢，上次有喝过，而且这个喝还蛮有趣的，是的，会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对不对？对，口感不一样，口感会不一样，你可能会有酸甜苦辣，不然你会哪一个？所以这个芦荟饮品好特别哦，就等于帮你做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一样，对对对，类似这样子，了解，是的。来，我们线上的贵宾，来啊、你想要试喝吗？都没有问题，可以联络呢我们木在阳经理。好的，你大概服务的范围哦，如果说。他真的想要试喝啊，你可以服务他，大概你那个范围是哪些县市你可以去？其实我们不只是台湾啊，全世界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对，这个商品在全世界有160个国家都有在销售。我知道你们很有名。那我服务的话、以台湾跟缅甸为主。是，那我是一个月住台湾一个月住缅甸的，这样子来服务我们的客户。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部分都在台湾，目前在台湾。对，那我请问你，那你台湾的客户是全省你都有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还是以台中跟台北为主，每个礼拜二都会上去台北总公司跟我的师父学习。所以你每个礼拜会上台北？对。所以如果以台北的话，台北市、新北市都可以，都可以服务嘛，因为都在台北哦。那台中都可以服务？都可以。我上礼拜还有去、台南，台南你也给他服务了。我有在 Facebook 对不对？学汤丽老师做一些广告的动作、那其中因为。就是一位大哥郭大哥啦，哦，郭大哥的广告，他就对我们的这个芦荟蜂胶牙膏有兴趣，是，他就跟我联系，对，他说他想要了解，可以跟我见个面吗？哦，因为我是打广告嘛，这个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住哪里？你住哪？他说住台南。是的、哦，那我就下去跟他服务，你真的下去服务了，没错、哦，我就是做服务业，太感动了，各位太感动，是，真的，哎、欸。不管你在哪里啦，其实有时候可以这样子哈，譬如说哪边有嘛哈，那如果有几位可以相约在一起，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去服务，对啊哈。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不管呢您在哪一个县市啊，只要呢你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家人的健康，对不对？想要跟我们的木在阳，那么怎样哦，交个朋友，跟我们经理呢交个朋友，都可以打电话给他。好不好？汤丽萱老师热情推荐，他是个好人呐、啊。哦、，He's a nice guy， 伊袂甲你骗的啦，袂甲你骗安尼。那伊的手机0955972752，0955972752。其实呢 ，Forever 的话，汤丽萱老师我年轻就知道，你们公司真的是老品牌了。是的。哦，叫是美商的这个Forever，Forever 有人翻成永远呐、啊，对不对？在香港是翻成永恒，永恒，在台湾呢，我们就叫永久。永久哦 ，forever 啊，大陆翻成什么？大陆就翻成永恒哦，永恒哦，因为大陆、香港都是永恒，台湾是永久哦。那老师知道 forever， 以前呢，我对呢 forever 的印象就是呢，
你们是一只那个叫鸽子啊，海鸥啊，知道？反正就一只鸟了，这样那只鸟到底是什么呢？我就没有去研究。约纳山海鸥这样子。哦，现在是 seagull， 是 seagull 就是海鸥。哦，对对对，英文的 seagull 是海鸥。现在我们改成这个 eagle， eagle 哇，更猛，对不对？对， eagle 更猛的，哇，你们升级了。哦，本来是呢 ，seagull， 现在变更猛的，变成 eagle。我现在才知道约纳山海鸥叫 seagull。海鸥叫 seagull， 非常好玩哦。学到一个单词。这个我在美国留学不是三年吗？是啊、哦。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学校呢离海边还不远，有一次呢，我就是访问到这个海边去看海鸥啦。那个 seagull 好漂亮 哦，是，尤其落日的时候有没有啊？这个海边全部都是 seagulls。那后来回来，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啊、哦，她说：“儿子啊，啊，你怎么整个下午都不在？你跑去哪里？打电话都没人接。”那时候啊，还没什么网络那样子，那时候就还是就打电话这样子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口讲，我说：“妈，我整个下午哈、哦、都去呢这个海滩去看 seagull， 我就这样很自然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啊”我就会自然讲 seagull， 因为那个鸟就叫 seagull。对，结果我妈妈说，她听了吓了一跳，你知道？她说：“哎呦，儿子，你怎么去？那个你不要去，那个可会传染病。”我说：“妈，怎么会传染病？”我妈妈以为是死狗了。哦 ，seagull。她讲说海边很多死狗，我怎么去看呢？哎呦 ，my god， 不是 seagull 啊 ，seagull，S-E-A-G-U-L-L。Seagull 就是海鸥了啊、哦，所以您这个品牌啊 ，Forever 其实真的是老品牌了。是的，你们公司总共多少年，你知道吗？是的，我们公司成立了已经42年了。对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夸张哈、哦，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就知道，而且你们有个特色哈、哦，来这边大家看一下，30天满意保证，不满意退货，嘣嘣嘣嘣，该看起来，哎。敢讲这个话不简单呢，我觉得很多美商的东西哦，其实他们都敢讲30天满意保证，不满意退货。那 Made in Taiwan 的大概不敢，有没有台湾的产品讲这句？我想没有看过，但是美商真的做到了，对，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嗯、有信心是是是哦。那也有人会钻漏洞哎，哦，我就是很简单，我就买来了，我就给干妈喝。喝到第29天，打电话给木在呀、啊，木经理，木经理，哎呦，进来，赶快来哦，来服务，什么事哦？因为呢，我喝了呢，你们的这个芦胶哦，芦荟凝胶，喝的不大适宜，我还没有到30天，我要退。是的，对。哎，那怎么办？如果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当然我们会先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想要做一个退货的动作哦，因为我过敏，我就不习惯，是的，喝了都睡不着。是的，可以的，这样子的话没问题的，对。那也是要公司会负责处理的，对啊，这是对顾客的一个保证。那我们公司呢，也对一个经营者也有一个做一个保证的啦。对了哦，我了解各位美商的东西，其实他们真的是这样，不过那种行为真的大家不要。是。哎，这位、哦、是说我们长得有点像，对啊，谢谢谢谢啊、哦，我们的 Lin 啊、哦，他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这是我的荣幸、嗯。我们很像，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皮肤都凹凹的哦，对对，都凹凹啦，欧巴退行吗？欧巴退了，哎呦啊，你为什么？你其实你来讲，你比我还黑、啊、真的啊、哦？为什么呢？你先解释，你来凹凹。好，我下面对那。我要介绍一下我的成长背景嘛，啊、对，其实感谢汤尼老师上个礼拜有送我这本书哦，我的自传大概3-4天看完了，哦哟，一语状元汤尼劝的力争上游哈，在地养苦瓜，对我全部都看完了，很感动哎，很感动。是就某些部分来讲、嗯，其实除了我们两个皮肤有点像，是我的成长背景其实也有一点像，真的、哦，我们都是第一个都是出国留学，哦，都出国留学，第二个刚好当年都是。没有网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哦，当时候还没有资讯，没有网络，所以都会遇到 哦，打电话很困难，对不对？是是，国际电话又很贵，又很贵 ，international call， 思乡亲切，对不对？没办法，想家的，只有流泪落泪啊！那时候在美国读书，只能这样子哦。是的，那刚刚汤尼老师有问到说为什么来台湾，对不 对？那我们在缅甸念书的话，从小我们都会念中文跟
缅文两个学校。那到了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后，你就遇到两个选择，对不对？你如果想要继续念中文的话，你就必须要出国，或者说继续想要念好的大学，你是会出国。如果留在缅甸的话，只能念缅文的大学。那一般我们在缅甸的话，对，大部分都是经商嘛，因为也不会去从事政府工作或政治工作，所以呢，家境好的大概就是去欧美。到欧美啊，对，家境好的就去欧美。Go to America， 是的，跟汤尼老师一样 yes, 去欧美。Go to America， 因为那个费用比较高嘛。是。那像我们一般的就会来到就是像新加坡啊，亚洲地方，亚洲地区，新加坡、台湾、台湾、大陆 ，Mainland China。对，我们就会这样子去留学。是。那当时我就选了台湾，因为选择台湾啊。那个时候23年前嘛，我是1997年来的人，对，那时候台湾打工机会还蛮多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来的话都是要学费、生活费都是要靠自己哈。对，哎呦，啊，你来都没带钱来哦。其实我跟汤尼老师也是有点类似，汤尼老师当时也是带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去嘛，对不对？对对，我也是带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来台湾。啊，你就来了，很大胆呢，是不是？台湾的话，我那时候有个亲戚住在龙潭哦，对我姑妈。然后他就是我在他家住了一个礼拜，就来到台湾的。我是念台中三庄国际贸易科哦，那时候政府对我们很友善啊，我们住宿都是免费，嗯，那就开始打工。那因为要自己赚学费、赚生活费，甚至还要存一点点钱，对不对？哦，还要存钱，还要存钱寄回缅甸。是因为我真的这样子哦，我弟弟妹妹后来他们也要来，所以也不是特别寄回去给他们，就是可能要资助一些弟弟妹妹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做过很多的工作，是对，但是因为以餐饮业为主，餐饮业哈，对，餐饮业就是因为好找，对，好学，然后就很快就上手了，所以以餐饮业为主。后来呢，暑假也会去做过工地，工地也做，对，但是虽然我看起来壮壮的，但是我对吃就是很用苦力的工作比较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别人跟我体型一样的可能抬一个东西，对不对？轻轻松松，对我来讲比较吃力。后来我发现这个也不是我的选项，不能搬重。那你这个是富贵命吧？好像真的有点富贵命。你看，因为每天工作时间其实没那么久，真的某些部分来讲是很慢。这蛮有趣的，你看一下，都没钱了、啊、还富贵命。哎，你这个跟我很像，我那边有一些，真的没钱了、啊、还是有点富贵命。我到工厂去啊，搬什么那个成衣的那个箱子也搬不动，你知道吗？那后来呢，就是毕业以后，对不对？我们同乡，嗯、就是我们的缅甸华侨或泰国华侨，大部分都会做一个行业，就是可能各位都去吃过或在外面看很多，就是泰缅料理。哦，泰缅料理，闽南料理，哦哦，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本身会做的一个料理嘛，然后对，刚好台湾也觉得新奇，所以就是大量的同学我们会去开餐厅。哦，很多同学开餐厅。对对，那我之前在餐饮业工作过，但是开餐厅或是这个也不是我的志业，也不是说我终身想要做的，那就在14年前，就是2006年，嗯，然后我的同学。就是那时候我还在餐饮业工作、嗯、我在台中一间蛮有名的墨西哥餐厅叫做青蛙。哦，青蛙 Frog， 对，那时候有 六七间连锁店在那里打工。 Frog， 是的、啊、Frog Mexico Restaurant。 That's right、oh. 我的英文大部分也是在那边练习的。哦、oh, very good 你不错你比我赚到了。是，我的英文到美国去花多少钱去学，你不必 你到墨西哥餐厅就学英文来给他领工资。Very good。 我的英文只是说可以沟通啦，对、啊、不像汤尼老师是不叫名师，对不对？谢谢啦，谢谢啦。是，我的英文是这样练的啦、嗯、就是从小我们就是在缅甸学校就会英文课，他、嗯、等于说小学一年级就会有英文课、嗯、后来我来到台湾念书，国际贸易可以有英文课，英文课很多。所以你们没有像台湾哦，小朋友很流行什么去补习班补习啊？啊，也补过，嗯，可是那个很幽暗的，因为没有环境练习嘛。I see。对，后来在青蛙墨西哥餐厅工作之后呢，因为我是那时候是白天嘛，对不对？对。下午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一群欧美人士常常会来，还有日本的哦，还有因为呢，他们当时正在盖台湾高铁。哦，当时盖台湾高铁，对，他们很早就下班了，我也很惊讶，大概下午3-4点就在那边喝。就到墨西哥 drinking beer， 啊你的职位是什么？我问你哈、
你在那个 flag 墨西哥餐厅，你的职位是什么？是的，我就是做 bartender，调酒。bartender 对，倒啤酒。那等他就坐在你的面前，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话。是的，他们就吧台坐一整排，我就在吧台里面负责跟每一个做一个交道，所以我的就是应对能力啊，就是这个比较活泼的个性也是从那边培养。你必须要讲话。那英文也是从那边慢慢练习出来的，这样子对。哎、欸，各位真的，哎、欸，那家餐厅还在吗？啊，还在。我前天还有缺 bartender 吗？有没有很多人说Tony Chan老师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学好英语又不花钱的？现在有了，我找到了。对，去美食酒吧打工。对对啊，您又可以练英文。是是，各位汤小师跟您推荐，你到青蛙墨西哥餐厅哦，去应征 bartender。哎，那你在那个餐厅这样工作几年？是我在那边前前后大概有四五年。那我现在每个礼拜五只要在台湾、台中，我都会去。我去那边呢，就是跟对外国朋友聊聊天，还有那边就有点像一个家庭一样，很多客户都是认识的。然后我会去那边打飞镖 ，play darts。哦 ，play darts。住在台中的朋友想要打飞镖的话，可以找我 play darts。对，我的兴趣还有打飞镖这样子。啊，好棒哦！是，真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哦，其实人家很阳光哎，真的。非常的 shiny， 很好 ，very very good， you are shiny boy， thank you， 对不对哈？而且他今天来呢，说真的哈，他呢要带成功给我们观众朋友。其实啊，汤小老师也知道，有些朋友呢，真的话呢是工作很辛苦，那可能没有遇到贵人呐、啊。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对不对啊、哦？当然你的努力很重要，但是你也要遇到贵人啊、哦。那贵人呢？什么时候会出现 ？Who knows？ Yes. 那贵人出现了，你要好好把握，对不对？你没有把握，然后呢，贵人就跑掉了，对不对？ Yes. 哦、yes. 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穆在阳哦，这个他可能会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我们先听个歌曲，好不好？老师呢来播这个爱拼啊，爱拼才会赢啊、哦，这首歌哈、哦，爱拼在赢。哎，你自己有没有很拼呢、啊？你觉得你自己工作拼不拼？坦白说，我是普通。你是普通而已啊，普通拼不错，因为你老婆没有给你很大压力，是不是？哦，所以普通就可以了。哦，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爱表加营养》哈、哦。好，谢谢，休息一下。Oh
哟，谢谢大家欣赏的爱拼才会赢哈。今天呢，看到呢这一集呢，我们 UP 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特别节目啊、哦。老师告诉你，你要成功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啊、哦。我们穆经理，他呢的联络手机0955972752，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啊。哦看到这则节目呢，然后呢，想跟他交个朋友 ，make a friend 哦，那就可以跟他联络。不过我要讲哦，他已经结婚了，不要贪图他呢这个青春的肉体。来，你结婚了，好棒哦，哎，不简单呢。你娶的是我们台湾姑娘对不对？台湾女孩子。是的。哎，我们台湾男生哦，好多弄啊呢，娶不到呢。啊，这个是一个缘分嘛。对呀、啊，结果你缅甸华侨居然把我们台湾的美女娶走了，来说说看这个是怎么缘分好不好？什么情况之下认识您的太太？就是刚刚讲到我在那个墨西哥啊，又是那家，对，那又是墨西哥，是 Vlog Mexican Restaurant， 是是是、哦，会跟朋友去那边喝茶，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认识的，对，嗯。哎，可是这很难想象哈、哦，你是bartender，那他是客户，对不对？是。那通常当然有机会会认识，可是认识总是有一个比较主动啊。譬如说我们喝茶啊，喝完就走了，怎么喝茶会喝成女朋友，喝成老婆呢？这个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哦，是这个的话也是要、嗯、再聊到就是我的工作，是就是这个 forever。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你已经开始兼差做 forever 了。对，兼差在 forever，、oh, 但是我们只要是就是认识的朋友，都会给人家介绍，对，都会约去公司喝茶，或去约去外面喝茶，就是做一个像今天的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还有公司啊、这个事业机会，还有我们这个天然的芦荟商品的一个介绍。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机会下就在一起哦，那你是邀约他就对了，是的，是不是？嗯、那邀约他是在哪里讲？在您工作的餐厅还是在外面？对，我们一般都会约去外面的咖啡厅讲。哦 ，coffee shop， 那是哪一年呢、啊？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大概就在2008左右吧。好，我们看2008，那就离现在大概12年嘛，哈，2008。哦，那时候你做呢美商的这个永久，这样做几年了？你哪年开始做？我大约是2006年开始。啊、哦，2006年开始做哦。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forever 呢？最主要就是他的工作时间自由，是啊，然后不需要资金，然后不需要背景，也不看学历。对，我跟你讲，也不必囤货了，是不是？是是是是，人家是正派经营的哦。那我请问你，那你2008年啊、哦、就遇到您啊这个太太了哦，那当时是你的客户嘛？那你要约他，他有没有 no 有没有排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很明确说 yes， 也没有说很明确的 no 啦。其实当我们约任何的客户，大概都是这样，因为对方他不是很了解嘛，是，所以就会是这样子啊。但是他并没有放你鸽子啊，他还是照常到啊。是的，是的。啊啊，几个人一起讲。那个、一般你们几个人一起讲？一般的话就是一对一比较多，一个也在讲。对，那我们也会有公开的，就是大型的活动。我知道，对，我们一般还是会就像这样子，一对一，一对，因为 one to one， one to one 的话就是说，汤尼老师，你马上有什么疑问就可以马上回答，马上解决，就是客制化。帮你做一个说明，这样子。哦、oh, 欸，你看一下哦。所以他 forever 呢，就是我当时加入的时候呢，对不对？是，就是也是兼差开始啦，汤尼老师。对，对我大概是兼差7年以后，我才专职开始做。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 UP 的贵宾哈，如果呢您呢也想要兼职，对不对？是。然后呢想加入呢我们美商永久，哎、欸，可以呢联络我们穆在阳。刚开始也可以用兼职嘛，对不对？是的，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在 Forever 是怎么走过来。我当初就是加入以后，对，也是我同学，我的同班同学跟我说，他那个时候是在当兵啊。
叫做教育班长，哦，班长，他跟我说大概一个月休八天的假，那他利用八天的假从事永久这个永久事业，他一个月大概多2万块。哎呦，在这个，以当时来讲的话，2万块也是个大数目，而且不影响原本我的工作，对，所以我就有兴趣，我就开始的，对，那就开始从认识的人，就是邀约他们出来做一个说明，那。更信任的就直接约去公司参加所谓的说明会哦，还有公司说明会。哎，那我们台中的公司说明会在哪里办啊？太棒了，对不对？台中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呢，对不对？刚好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对，来我帮你看一下日期哈。啊，对，来各位好朋友，这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是我跟大家讲一下，7月5号是礼拜天，没错。好，你7月5号刚好有活动是吗？对，刚好一个说明会，我是当天的主持人。哇，在台中。是的。好，几点钟？我们下午2点钟。下午两点，一般会到几点？下午2点到4点。好，两个小时。2个小时就。那地点你念给我一下。是金城16街。好，我写一下哈，台中的金城16街18-3号。18-3号。芦荟生活馆。哦，那个叫芦荟生活馆就对了哈。好，芦荟生活馆。我当天呢担任一个主持人的工作，是当天的说明会的主讲贵宾，就是我的就是现在的上司。哦，我们业界我们就叫做上线嘛。啊，上线，他就是辅导我的上线。对，就他们是成功人士啦。是，他呢已经在 forever， 我是14年，他是24年。哎，你好特别哦，你看你这个好吸引人哦，你这是一个照片还是怎么放进去的？你是说你这个壳子怎么会有这个？哦，对，这是公司的贴纸，我们就把它贴上去这样。哦，好有创。创意，你看，是就是要这样才会成功了，在爱公司啦，你了解的话也是啊。对，就像看 forever， 是的，就是这个标志 forever 有没有？是 living products 是 living products 生活用品，你看房舍是这里也有，我就喜欢你内裤跟舞，你们公司如果有出产内裤，你买钱是，对，你讲也丢，我讲的是真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信仰。你今天你对公司有信仰对不对，你有信心，我觉得你才有办法说服人家，告诉人家，这个我很感动。刚刚对，刚刚汤宁老师有讲到嘛，就是汤宁老师是一个名人，所以出去都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不对？是，不能有负面的心，不能要保持好，要守住。对，汤宁老师守那么久了，在演艺圈守了20几年了，再守住。是，那因为我们做 forever， 我们不需要开店面。对，装潢什么，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打理好，对，就是把自己装潢好，嗯，自己就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是，对，您正面，您开朗，对不对？你过得开心，你的朋友可能好奇，就会想要了解这个事业啊。如果你出去邋里邋遢的，对不对？是，或者说出去都是抱怨啊，对不对？啊，就是 complain， 是 complain，complain this complain that， 对，对 complain 去。你的朋友就是 leave you away， absolutely， yes， 对不对？或者是出去就交不到女朋友，那心情很烦闷的，那个都不 OK， 对不对？是的，所以呢。啊，各位好朋友，真的跟了我们木在阳，我们怎样呢？交交朋友啦，从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哦，我觉得你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挺佩服的啊、哦。来，我们的讲师叫做王耀中，对不对？是的，是他就是我们永久产品公司台中的执行长。哦，执行长的、啊欸，他几年次还蛮年轻的，要透露他的年龄吗？大约呢，应该比我年轻。是是是，我看他就比我年轻。大家看一下哈、哦，他的名言常常就是说，哦、我已经他是已经48岁了，可是看起来像30岁。That's right。真的，因为有钱人都是这样子，有钱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有钱不早晚各一杯哦哦，还有这个青春，还有这个啦哦，还有芦荟啦哦，有钱呐。他就这样懂得保养，他也用好的产品，对不对？还有一个我的客户魏丹玲，对，他也在线上。哦，你好，丹玲，你好，你好，欢迎你，对，丹玲。哇，你好，丹玲哦，你好，我汤丽雀老师。我们今天呢，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有现场哦，送 UB 换好礼活动，真的大方送哦。如果喜欢呢，我们呢永久这一系列好的产品，3点半一定要记得进来哦，就最后半小时来送了哈。是是是，谢谢。那我知道，来各位好朋友，七月五号，
在我们台中金城16街18-3号芦荟生活馆。那天是礼拜日，7月5号刚好是礼拜日，下午2点到4点哦。我们呢，王耀宗哦，他本身已经什么样的 title 了？是，他是我们公司的蓝钻经理。蓝钻，对，蓝钻经理。是我们办这个说明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嘛，对对，很多人就是想要工作，但是发现被放无薪假。老板想要打拼，发现疫情的关系可能会面临就是，生意经营上很困难。对，不是我们不打拼，不是自己不认真，大环境没办法。加上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就是针对免疫力部分非常的重要，真的要把身体顾好。对，那我们当天的说明会呢，可以满足各位来宾这两个需求。第一个，如果你在面临这个大环境，有一点倍感压力，而且有一个无力感，想找一个兼差的机会啊，然后现在很多人去跑 Foodpanda 啊、Uber Eats 啊，那都很好。可是那个就是有做才有，没做没有。是，但是我们永久产品公司呢，它提供的一个就是你有点像是慢慢兼差，接水管的一个概念。对，不是挑水，所谓的接水管就是你把你的客户一步一脚印的建立起来。如果客户他喜欢用我们的这个芦荟蜂胶牙膏，他用习惯了，他每一次都会去买的话，你就会有每一次的会有收入。所以他我们是会提供你一个建立接水管的这个一个生意。兼差开始，每个月可以5000到8000，就开始有收入了，对不对？对，我们是业界不用责任额，可以提供20%利润的一个公司，非常低阶就可以来赚钱的。哇！当然，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多投入一点时间，年收入就可以上100万。哇！对，像我的上司当天的主讲贵宾，他的年收入就2-3百万。Oh my god！ 像我的大师傅是台湾第一名，对，他是我们中立的永久公司的负责人。哦，对，他的年收入就好几千万。哇！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认识。你这样子好恐怖，你知道？我们这现场在录影呢。啊，哎呦，啊，你都把这个人家的收入给供出来，啊，你要进呢？啊，这个是，啊，对，因为我们是实话实讲，我也不会跟各位讲说，您一加入就可以月入10万、20万，不可能。对的，因为我们是一步一脚印，需要分享商品，找到你的代理，就是所谓的倍增你的组织这样子。是。那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哦，我在做 Forever 以前，我是念国际贸易科嘛，对对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哦，所以我也很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国际事业。是。可是大家都知道要做一个贸易，对不对？对。像我之前有想要进口缅甸的芝麻、哦、缅甸的蜂蜜到台湾，哦、可是第一个你要先有一笔钱去进货，然后还要来报关，报关方面。通路对不对？对啊，那个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一般、哦、像我就是平凡的，一般平凡的，真的要做传统生意没那么简单。嗯、那我做 Forever 以后，对，就让我真的拥有了国际视野，很容易啦。对，因为我们 Forever 它全世界有160个国家的一个分公司哦。那像我有领过来自日本、香港、对、新加坡、sure、美国哦。的奖金 ，wonderful， 我都没有去这些地方销售啊，为什么可以有这些奖金呢？很简单， 就是我在台湾的客户，他们去当地旅游，或是他们介绍当地的朋友去我们公司购买这些商品，公司就拨奖金给我，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国际事业。国际事业啊，哦，我们啊，你谢谢。我们的丹丹哦，丹丹邀请我们大家说，7月5号，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了我们呢王耀宗，我们的蓝钻经理。对，丹丹当天也会在现场 哦。好，丹丹祝福你喽。我们丰源的 Dina Chen 啊、哦，我们 Dina Chen 也在线上啊、哦，真的好棒哦。刚才呢，我们木在阳啊，都告诉人家哈、哦，哎，他的这个上限呢、啊，哦，薪水有多少多少，我都听到的。但是我就没有听到你自己的哦。好，那我木在牙介绍一下我自己。他自己现在年薪大概多少？好，我在讲年薪之前，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念书的时候的梦想。是，我那时候是想要当空少。哦，那时候想当空少，哎、欸，可以啊。是，依你的条件，你有多高啊？我171。171可以啊，高度还行吗？对，那我就跟汤尼老师报告一下。对，你有去考吗？对，我当时就要跟同学去报考了，结果。
补习班说啊，我是缅甸侨生的身份、哦，这个就不行了。对对，这个就不行，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哦，但是呢，侨生不能够去考。对哦，其实也不是说想要真正去当空少，而是羡慕他的内容、嗯，工作内容，对不对？就是说他可以到处飞，到处飞，空闲的时候可以到处玩， understand, 就是也可以去玩。对哦，边工作边旅游，最想要的是、这个哦、你喜欢那种工作，对。但是因为我现在在 Forever 里面啊、嗯、对不对，这五六年来对不对，公司招待我去了新加坡，哦，来算一下，新加坡、Mexico 墨西哥， Greece 希腊， America 美国、Dubai 去杜拜， Hong Kong、Korea 韩国， France 法国， Italy 意大利、还有 Sweden Iceland 瑞士吗？瑞典，瑞典 ，Sweden，Swiss 才是瑞士，啊、对 ，Sweden 这两个好像。是。来，他一见英文老师，给闹亏了，闹亏了。来 ，Swiss 不是因为我知道 Swiss 跟 Sweden， 像很多手表都是 Made in Swiss 嘛。那我两个，我英文很清楚，我中文搞不清楚。我再讲一次，没有我漏气了。是我一次，我一见英名全毁了我。是 Swiss 啊，叫瑞士。哦、那你是去瑞典啊？瑞典、芬兰、瑞典、挪威耶，对，我们北欧三小国那个 Sweden 哦。是的，我哎呦，好酷哦！我们去年2019年四月，公司在斯德哥尔摩办我们的所谓的全球年会，是、就是我们的分红奖金，他直接在当地拨给我们。除了拨给我们以外，对不对？还要招待你过去，还要招待你过去。哎，招待你过去以外，还要让你强迫带一个人去。哇！不管他喜不喜欢 Forever。不管他有没有在用 Forever， 是，如果你想要招待，你就可以带你的另外一半，或是说任何人，对，反正就是招待两个人去。公司真的大手笔哈、哦。是的。我想请问一下穆经理啊，说真的，你刚才讲的那些地方哈、哦嗯，我对呢这个 Sweden 哦，就是瑞典，我特别好奇，因为它是北欧三小国，嗯，芬兰小国是吗？哦、它是三小国。它我们现在什么芬兰、瑞典、挪威、哦，我们以前都是这么讲说、哦，北欧三小国，台湾好像是讲。芬兰、瑞典、挪威，对不对？哦、那我没有去过，因为我在 UP 有一个外景节目叫《好看爬爬照》哦哦，我才跟我们张经理讲说，哎，这个北欧三小国应该有一天要过去采访。那你过去了吗？哈、哦，那边的话，你觉得跟我们台湾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我只知道北欧三小国呢，芬兰、瑞典、挪威，他们社会福利很好，哦。还有呢，风景是很漂亮。这个哦，这张图呢是当时我的学姐哈、哦，她也跟我一起去，她说一定要拍这个姿势，一定要拍这个姿势。为什么呢？来，大家看一下，哇！她就跟我说一定要拍，我当然就乖乖的就先拍了嘛。她后来跟我说，她有一、哦、要拍这个姿势，对，而且是一定要这个场景。哦哦，为什么？港口跟建筑物中间，哦哦，对对你看哦，港口跟建筑物。对，她说有一年啊、IKEA。的封面广告就是这一张图、哦、就是这个景点，所以他说到了这个瑞典一定要拍这一张，一定要拍这一张，代表你去过。是是，来，那我问一下哈，那个后面那个建筑物是特别在哪里？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它是这个一个港口，它就是可以坐船出去吃大餐的一个地方。哦、那个建筑倒是没有特别的意义。它、这个港口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啊，记不得了，也记不得了。但是我们去了很多。就是他那边的古建筑特别多，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诺贝尔博物馆。哦，诺贝尔博物馆，对，诺贝尔是瑞典人嘛？是，对，诺贝尔，哦，诺贝尔奖的话是瑞典他们，对，他们这个成立的了，哦，诺贝尔奖，哇，真的，哎，那你的话，白天跟晚上是怎么样？对，我们去的时候呢，对，刚是四月份，是算他们的春夏，哦，是最舒服的季节，哦。对，那大概太阳几点会下山？比较晚，多晚？多晚哦，好像八九点。哦，八九点才下山。这个地方还可以对，那、哦、冰岛，对我介绍、哦，因为我们去到冰岛啊，那个地方。你去过冰岛？对哦 ，Iceland。是它下山的地、哦、时间呢，就更那个。更晚了，是不是？是。哇，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冰岛的分公司，是分公司。哦，来，我们呢？美商永久在冰岛有分公司，来赶快看一下。是的，全球有160个国家，包含冰岛也有哦。哇，各位，这个这是汤玉轩老师的梦想，
对啊，今天呢您来了激励了我，我一定好好的努力。不是，现在不是我不努力啊，现在是疫情的关系。是的是的，现在都不要出国比较好。你不敢想象我这个人啊，行动力很快啊。是，我每次啊想要去哪里啊，我想去啊，我就跟张经理讲说哈，我马上写报告给 UP 公司，是，马上就订机票、哦，我不会想很久嘞。这个是 Tani 老师的名片嘛，哦、对不对？对、这个是 Dubai， Dubai 啊，三月了，你看，这是今年三月，今年三月，对啊，哦、那去完回来就才回来，对啊，才回来就被限制住了、啊。啊、哦，他那个是很巧哎、欸，我也2017年，他也去杜拜，去了杜拜，哇，我们跟您的这个建筑有一个渊源，是这个是我的2017年的这个叫做分红，哦，我当时领了3000多块，是，那我们公司把这个帆船饭店的外围包下来，哦，有打上我们的 logo。哦、oh, ，在他的这个沙滩呢，办了一个叫做音乐 party，English party 哦，不是 English，music party， 对 ，music party，beach，beach beach, music party，music party， 然后我们就 buffet， 哦、oh, ，buffet， 总裁呢，讲个账后，哎、欸，我跟你讲。那个帆船饭的东西很贵呢、欸，就用好吃好。你们老板很舍得呢、欸，哎、欸，你在帆船饭店还吃 buffet， 还讲起金恐怖，因为那里的东西好贵哦、喔。是，那我对特别介绍一下我这个3695块的这个分红，美金啊，对不 对, 對？是不多，我在我们也大概我看快要台币9万了，9万多，快要10万了。对，3000多的话，3000多嘛，3600多乘以30，十几万，6380，6108，对了，超过10万的啦。是我们公司呢、哦，它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叫做有一个全球年全球分红的一个制度。是，它每年把全球营业额的3%哦拨出来哦，分给。完成分红经理的人大概全球有700位、嗯、哇，我也是其中一位，真的。那我们公司呢每年拨大概2700万到3000万美金是当做分红，哇，所以我领到的还算很小张啊。哦，没有没有，这个证明说呢公司很舍得啦，公司很舍得，很照顾这些、哦、认真的这些员工嘛，对不对？像我的师父、哦、他是台湾第一名、嗯、他领了27万美金，是，对。那我们公司最大一张单年度的是德国人、哦啊、也是我们全球第一名，他领了150万美金。哇，各位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木在阳经理0955-972-752。是 的，所以我们这个 Forever 他提供了一个很优质的商品，待会会介绍，给你一个兼差创业的机会。你想一个月多5000块、1万块、2万块，我们绝对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想要年收入跟我一样100万，对不对？对，我。刚刚Tani老师有问我的收入，对不对？那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讲直播，对，不讲也不行，对不对？一定要讲，对，大家听听看哦，各位。是。来，我们这一位的话，赖明星，哦，你认识他吗？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伙伴，对，老师，我们明年都跟我们一起去旅游。哦，真的，四月份啊、哦，你们明年要去啊？对，4月11号到雪梨，一起要去雪梨啊。我们在雪梨办年会。哦，每年就有一次年会啦，不同的地方。对。哇。好棒哦，恭喜你！所以他也是除了是消费者，也是你们的同仁吗？对，他也是在兼差，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一个这个永久商品。好棒哦，恭喜你们咯，谢谢！有邀请老师一起去，我告诉你啦，我要去的话就要去做直播啦。可以的，老师，老师的行业可以跟我们的行业做一个结合。可以呀、啊，可以呀、啊，谢谢啦，谢谢您的邀请。因为老师也是直播到哪里玩到哪里嘛，对不对？对，我们是工作到哪里就玩到哪里。玩到哪里哈、哦？真的，真的好棒哦！哇，各位，真的要成功啊，跟对人就对了。汤立轩老师认为跟我们木在阳就对了哈、哦。是，谢谢。好的，那现在呢，市面上您看哦，很多人就是为了起薪22K， 对，或甚至30K， 对不对？烦恼。有些呢，对不对？他做工作做了很多年，可能就是4、5万，对，5、6万，对，而且要省吃俭用，重点是时间不够，没错，都在上班加班，没有啊、哦，加班陪小孩，那我们 Forever 呢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可以让你工作时间自由，有赚到钱。像我呢，常常被我太太说我很。过得太舒服了，你过得太舒服了。我早上打完太极，对不对？是。回去啊，回笼觉，
啊，就回去睡个觉、哦。睡个觉，他都说你都不用出去工作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工作是时间自由，自己安排了。对，所以我在时间工作很自由的情况下，嗯、我也是连续五年来收入都100万以上，都有年薪破百万的哈、哦。而且最主要是工作时间自由、哦。那我们是哪一年把这个商品带去缅甸呢？哦，这边特别跟各位观众。做一个报告，是由您带的就对了，是不是？啊，这我们这五个团队哦，你们五个人的一个 team， 来哪一年？2014年8月。哇，2014年8月哈、哦，是是哇，因为我们有一个赵小姐，赵、欸、文颖也在线上。你好，我汤丽萱老师，欢迎你。那是我太太的表姐，真的哈、哦，哇，谢谢，来看一下哈、哦，哇，哎、欸，这五位分别是谁？穿白色衣服这是谁？穿白色衣服是我们台北的执行长、潘经理。哎呦、哦，他的左手边是胡经理，是他太太。是，还有正中间这一位呢，是我们缅甸同乡的一个武力型很优秀的一位我们的领导。哦，对，他跟我一样是缅甸华侨，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辅导上线一起去缅甸，一起去缅甸。你们去仰光吗？去哪个城市？其实我们去很多城市，我们第一站一定是仰光，哦、第二站就是曼德勒。哦，曼德勒，我去过了。去东芝。哦哦，曼德勒，曼德勒我最有感情，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缅甸的那个翡翠玉交易中心，是是曼德勒啊、哦，还有拉叙，拉叙是哇，对。那为什么我去缅甸呢？当然就是除了我们是缅甸华侨以外，我这边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妈妈，对，为什么要介绍我妈妈呢？对、哦，就是因为你妈妈也在使用这个产品嘛，啊、对不对？她也是我的代理，哦，缅甸的代理，对，缅甸代理，对，哦，这是我妈妈，你妈妈，为什么要特别介绍我妈妈？是因为大概、大概八年前，嗯，我妈妈来台湾，是，就是我们讲探亲嘛，住3个月、哦，那时候她的血糖比较高，哦，那她就是搭配运动，还有喝我们这个芦荟汁，芦荟汁，还有鱼油，哇，还有搭配。医生的建议，多运动跟搭配医生的药物，是他3个月呢，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3个月呢，大概瘦了7公斤，哇！所以他就回到缅甸，他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我也把他忘了，对，反正就是帮助到他，我也很开心。是，可是他回去的时候呢，邻居呢就来问他说：“哎、欸，你怎么了？对，你怎么台湾回来变瘦了？变瘦了，对不对？你在台湾没吃饭吗？被虐待吗？被汤尼老师猜中了。你被你儿子虐待吗？你那个不孝儿子，真的把你虐待了这样，对吧？怎么瘦那么多？”我妈妈不是这样回答，我妈妈你妈妈怎么说？啊，我妈妈说是医生建议我要减肥减重，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体重过重，对，而且血糖高，嗯，所以她就搭配我们的这个芦荟饮品，还有鱼油，还有医生的一个建议，她就成功瘦下来，她就把这个。一个分享就是这个见证分享给大家了，他的、哦、做见证就是邻居是。结果我妈妈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说：“儿子啊，我要这个芦荟汁4箱。”哇！各位观众，这个一箱的话是12瓶，我是很孝顺啊，他要喝多少我都会给他。4箱是48瓶，可是很重哎、欸。是，但是一次那么多的话，我也问他说：“妈妈，你怎么喝这么快？对不对？”对啊，你不要浪费掉了，对啊。但是我妈妈就说：“怎么说？没有啦，除了喝以外，隔壁的那个阿姨啊，她说既然我喝得好，她也要跟着喝。”她没要喝。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大概8年前，就是2012年，我们就把这个芦荟商品呢，就用。寄回去的方式，你们用空运吗？空我们有分2种、哦、海运跟空运。海运大概几天可以到缅甸？海运就3个礼拜到4个礼拜可以到缅甸。哦，要快要到一个月了。空运的话，3天到1个礼拜。哦哦哦。那跟各位报告一下，缅甸呢，它是没有开放直销，所以我们在缅甸当地是用传统生意在做，用买卖的方式在做，批发的方式。哦哦，就只用批发买卖这样子。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也是知名大公司直销公司里面。第一间有缅甸 FDA 缅甸卫生局许可的一家公司，所以在缅甸是可以公开买卖，对，对不对？我们已经申请了 FDA 这样子。哦，对，哇，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多了，超过30位咯，谢谢。Facebook 而已。然后我们在 UP， 你看一下，我们 UP 有604位，哇，有没有看到？越来越多观众了。哇，会啦，我们613了哈，谢谢，谢谢。目前收看的节目呢，是我们 UP 独家直播的啊、哦，台湾万花筒，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同事 Nancy 也加了、Nancy，Nice to see you， 他也是在马来西亚很优秀的我们的一个领导人。你们好，分红经理，哇，好棒哦，哇，好。待会呢，我们3点半的时间，对不对？要来呢，大方送哦。
进行送 UB 换好礼啊、哦，所以各位呢支持呢我们美商永久啊、哦、这个优良商品的好朋友要记得啊、哦，我们台北三点半哦，我们就会开放哦。现在收看的节目呢，台湾万花筒，那今天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哦。那我们呢再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再来听首歌哦，听首歌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首歌呢汤秀老师好喜欢哦，因为在夏天对不对，听了这首歌的话就觉得好风凉的感觉哦，好凉好凉爽哦。为什么？因为跟海有关的，叫做小风帆，大家听听看。小风帆，那你是最棒的哦，谢谢，谢谢国心。看一看四海，看一看月，看一看世界的风光。哦，好好好，谢谢他们上来。哎，这四位都是我的朋友。呵呵。你们看到郑国新啊，这个男司机啊，谢谢赵文怡，谢谢你，谢谢啊、哦。我们现在看到呢，我们的这个 UP 有630位观众，谢谢，感谢你。但愿我是只小风帆，愿你一个海港，两眼是灯塔，双手是提防，等待我平安回家乡。但愿我是只小风帆，我可以快乐地方帆。但你看四海，开一开眼界，又一游世界的风光。但愿我是只小风帆，也愿你是一个海港。两眼是灯塔，双手是提防，等待我平安回家乡。不管是大浪大浪，风雨潇潇浪堂堂，狂风狂风，月夜朦胧。啊啊啊啊啊啊啊，在你的怀中等待前行啊。但愿我是只小风帆，也愿你是一个海港。两眼是灯塔，双手是提防，等待我平安回家乡。好棒哦，谢谢哇！今天的我们这一集哈、哦，安尼加热闹哦，大家好朋友呢，阿龙安尼给咱进来帮我们呢分享分享再分享哦，多谢啦！好听，那照慈悲心的呢，让许阳哈、哦、一个好听呢，你知道我什么人无？我是通灵劝老师啊、哦，我们呢这个啊穆在阳经理的好朋友。也欢迎你们呢加通灵圈老师的 FB 啊、哦！其实我在台湾啊、哦、是真的很有名啊、哦，我还谦虚啊、哦。但是呢，如果呢第一次听到通灵圈老师这个名字的话，我在台湾为什么这么有名哈、哦？因为第一个，我在台湾的演艺圈已经20几年了啊、哦。那我在演艺圈呢，有台湾综艺之宝，还有电视收视率天王的雅号。
哦，那你想想啊，这个就不简单。然后呢，我本身也拍电影，我拍的电影都是亿万票房的哦。拍过呢，跟呢这一个杨佑宁、郭采洁跟诸葛亮大哥的《大伟鲁莽》第一集，《大伟鲁莽》第二集，谢谢。哦，跟我们萧敬腾老萧拍的《大宅门》哦，这个是 Tony Chan。那我自己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还是单身，所以要讲一下，是因为呢，有缘人穆在阳已经结婚了，他你了解有缘人哦。啊，我们这一种呢，就是什么钻石单身汉，是，所以钻石单身汉应该可以 up。哎，我在想哦，如果疫情过后啊，你真的要回那个缅甸了哦，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我可以来申请。然后呢，我们呢这个 UP 直播节目《好看爸爸教》就跟着您，然后过去哦。我们除了呢介绍缅甸的风光之外，可以介绍你缅甸的朋友、你的家人啊、哦、你的产品，我们都可以。可以的，老师，因为今天是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之前的话，我大概是平均来讲，一个月住台湾，一个月住缅甸。哦，平均都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对，一年至少会去4到6趟。好啊，一趟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为单位。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当你在缅甸那一个月，你太太有跟你去吗？他没有，他在台湾带小孩跟。哦，他有他的工作。真的，他在台湾带小孩，让你一个人到缅甸打拼。是打拼吗？我问你，因为缅甸我也有家人，台湾也有家人。其实这边特别要再强调一下、啊，我之所以说非常就是投入在 Forever， 是让我可以两边都看得到家人。哦，缅甸也是有家人，你像缅甸还有谁？爸爸妈妈在那边，还有我一个弟弟在。你们在哪个城市？那个城市拉叙，拉叙，好好、哦，对对对，可以可以。反正你跟你太太讲，我跟着你去。好的，我帮他看你看紧一点啊、哦。是的，是的。所以你也蛮用心的、哦、谢谢。嗯，其实还蛮感动的。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知道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我们美商永久全球昆宏经理穆在阳穆经理，他给我们介绍呢，他很敬拜，对不对？很敬仰的一个人，是一位人、嗯、哦。来，由你来讲。好的。汤英老师对人生中嘛，要跟对老板，对不对？一定要跟对老板。是是、嗯，那今天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板啊 ，boss。对、嗯、，boss， 他叫 Ray。哦，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Ray， 差两个字。Ray，OK，Ray。那他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富，哦、就是他创办了 Forever 这样子。哦，对，他是做房地产起家的。他当初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发现他很多的朋友都没办法，对，跟他一样赚那么多的钱，或者说得到想要的生活，他就思考了以后，他的朋友可能没办法像他一样在房地产那么成功，所以他就一直思考说有没有一个方式比较入门简单，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创业，可以帮助他的朋友就对了，就像汤尼老师英语。帮你翻身嘛，对不对？是，帮我翻身的。他想创造一个机会，就是 forever 这个机会，让每个人都可以来这边创业、嗯，可以来这边翻身，可以来这边就是达到理想与梦想。所以他就在1978年呢，就成立了这个 forever 公司。哦，1978。对，1978，所以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是，好，1978。对，那这个是呢，我们在总公司跟他的一个合照。这个是2018年，我们有去到总公司。啊，就是他现在呢已经有82岁了。那介绍一下他名下有三个产业，第一个就是160个国家，对不对？嗯。的一个就是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啊、哦、，Rex。是像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各个 Rex, 对、哦、各个国家的一个分公司。嗯。95%都是买下来的。哦哦哦。对，包含这些古堡。欸都是买下来的，瑞典的也是买下来的。哦、，China。是，所以呢，他、这些房地产会涨。房地产都是自己的啦。对，都会涨。那他从这边赚到很多钱、哦。第二个呢，我们老板呢，他就是芦荟铁 啊，这个芦荟铁、哦、也是自己的。这很特别哈、哦。矿产也是自己的。等于说他们是一条龙啊，对，各位好朋友哦，你看像这芦荟铁，芦荟铁，这芦荟铁在什么地方？这个芦荟田呢，在美国德州、德州哈、加勒比海、哦、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地方，哦哦，对，哦、
好，待会也会介绍一下我们的芦荟田。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呢？就是我们老板是一条龙的方式，所以他原料全部都可以自己来掌握，所以他可以拨很多利润出来，所以他出街呢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就拨给各位观众。如果你想要兼差的话，就有20%的一个兼差的一个收入，就是有点像做生意。那我们的特色有三点，对不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就是去算什么 PV、BV 点数，没有，很多公司外面都是用点数在算我们的奖金。那我们直接就是说，你销售这一条大概多少呢？利润有多少？就很像大概 20%， 对，20%到48%。哦，对，所以这个呢就很像生意，就是买卖。今天我销售了一条什么东西，我就利润多少，就是生意而已，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不需要去排线。哦。很多公司就是要排线，而且我知道做到非常高阶。我跟你讲，我也知道那个叫长短脚。对，我已经有经验的长短脚。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就是提供你一个兼差的一个生意机会。我不会长短脚，我长短脚怎么活啊？活不下去了。我知道长短脚那一种的啊。对，所以我们老板非常大方，他除了奖金拨很高，他还每年让我们有2次免费旅游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在公司的一个就是借位。哇，这个大家一定要拍到啊！哦，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我们的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好的。哦，这一本很有意义哦，这个是40周年，四十周年哦。这本叫做《亚洲永久名人录》，叫名人录哦。对，各位，就是，在 Forever， 在 Forever 哦，这个。能够呢啊，有一些成绩，要有成绩是的，才能够让人家把你的照片放在里面。对，而且我觉得是个光荣呢，很光荣呢。谢谢。因为照片旁边还有国旗耶，是，还有国旗。有的，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要看看那个国旗好不好？我刚才好像有注意到国旗。噔噔噔噔。对啊，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很感动呢。是，用的是我们台湾的，嗯，台湾的旗子的，哎，这样子。哎，你那时候哦，会不会想用台湾的旗子？当时是怎么想的？其实我是在台湾从事 forever， 就是自然的代表台湾这样子。哦，你代表我们台湾，你看一下，是是是，只有你一个而已嘛。还有的，至少这一页只有你一个。是是是是，来帮你来个特写。哦，真的是。这一页的名人版叫做高级飞鹰经理，叫 Senior Eagle Manager。哦哦哦，对对对。当年是完成这个 Eagle Manager， 是是是，在这里，对。哦，大家有没有看到？有拍到吗？各位，哇！尤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级的杂志哈，能够看到呢，台湾的国旗，我觉得挺感动的，是真的。哦 ，I'm so touched。哎，你现在算双重国籍吧？你有没有台湾的身份证呢？是我已经有台湾的身份证。哦，你有台湾的身份证，是？那你有没有缅甸的护照？啊，我们需要两个要选一个，是不是？是是是是是。哦哦哦，所以你已经放弃缅甸的护照，算是这样子吗？是是是。哦，好感动哦。哦，所以在法规上两个只能选一个就对了啦。对对。哦，所以你现在要到缅甸，跟我一样。你要拿 passport， 台湾的 passport， 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就对了，是不是？是的，是的。哦，阿莲，我们真的又更像兄弟了，像 brother 了。是是是，哦，那我懂。好的，真的谢谢。这是哪一年？这个是2018年，我们公司满40周年的时候。哦哦，2018，所以是两年前啦，啊。对，两年前。哦，两年前的事情，2018年哈，哦。恭喜，谢谢汤尼老师。接下来就是想跟各位。刚刚这边有一个朋友问说，这是什么健康产品？好，对不对？好，对，大家了解一下。王永庆，啊，永庆你好。对，那我就利用一点点，就是一些学者研究报告，跟各位简单说明一下这个芦荟的一些功效。好，因为芦荟哦，就是大家不陌生，每一家里面都栽一两盆，对不对？像我们家也有，或者说出去外面，对，路边呢，啊，也很多很多。为什么呢？这芦荟呢，就是已经融入大家的生活里面了。那如果各位好奇的话，可以上 Google 去查一下芦荟的功效，它会出来好几十万篇，好多啦，这个大家都已经研究，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哈。芦荟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嘛，对吧？是。然后呢，它的功能哦，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容置疑啦。你看一下，它有维生素，有那个单糖跟多糖体，有氨基酸。
有矿物质，有酵素，有那个皂角苷啊，好多营养。哇，这个都有学者的报告啦，这样了解吗？是的，那既然今天的母仔呀来上节目，当然不可能叫观众各自去搜寻，对不对？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好，真正已经广泛的在用有哪一些？来，芦荟可以对抗发炎吗？答案是 of course， of course。哦，芦荟我跟你讲，发炎真好用诶，你知无？真好用诶，是 of course 啊、哦。是哇，你看他也绕英文了，王永庆。I'm so touched， 哦，谢谢你，谢谢永庆。他也是跟我一样，是我们同乡啦。真的哈、哦，真的也是来自缅甸哦。谢谢。老板，英文啊。Aloe Vera 哦，谢谢啦、嗯、感谢啦哦，芦荟的英文你会了吗、嗯、Aloe Vera 好的，谢谢。现在呢要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芦荟的功效。首先呢要跟各位介绍这本书，它叫做平衡药物。那这本书呢它很特别，它是有四位中医同时有西医执照的，他们是中医师住在美国的、四位，他们写出来的一本书。为什么呢？他们是600多种疾病，对不对？35种的亚健康人士，他们临床实验8万多人。所谓的平衡药物就是尽量不要用西药、不用开刀的一个方式来调理身体。它里面呢它就是讲到，就是它全部都是用这个芦荟啊、然后蜂胶、花粉、鱼油这些来调理身体这样子。而且大胆的跟各位说，其实他们就是用 forever 的产品来开处方这样子，这个我们也可以大胆的跟各位讲。那芦荟呢它有很多的传说，也有很多的好啊不好啊，会拉肚子啊，会过敏啊，种种、嗯、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学者研究报告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芦荟呢非常棒，它棒在里面这个肉，它有300多种营养素，但是皮跟肉中间这个大黄素，它这个导管里面会有黄黄的一个浆，这个东西呢对身体不好，所以必须要去皮。那我们公司呢有这个去皮的技术。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芦荟呢已经用了多久了呢？芦荟呢它已经是就是至少3000-4000年前嘛，像这个埃及艳后哦，埃及艳后，对，芦荟的故事，对，他就已经用芦荟又涂又抹了、哦、他叫做埃及艳后克里欧佩托拉，他就用芦荟又涂又抹才那么漂亮、哦、但是专家在这里，对不对？芦荟它有品种360种，嗯，所以各位家里面的不是每一种芦荟都可以切来直接吃掉，经过台湾的卫生署许可可以吃的只有这6种。是，那我们 forever 呢用第6种叫做 Aloe Barbadensis，Oh. 就是简称洋芦荟或翠叶芦荟，当最好的品种来栽种。芦荟呢，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印度人、罗马人不分民族、不分种族，就用来治疗。你看哦，伤口失眠，肚子不舒服，便秘，掉头发。哦，掉头发。嗯、对它， oh. 其实古代啊，3000-4000年前最多毛发脱落、毛发脱落跟皮肤病，哦、oh. ，还有肠胃这三样啊。毛发脱落是什么？是把它涂在头发上吗？当然，第一个就要用我们的洗发精，对，芦荟它里面有丰富的营养素，我们有芦荟洗发精再生，是。然后这里面有提到，就是它可以治疗胃方面的不舒服。嗯，那日本呢非常爱用芦荟，在日本有个叫不用医生植物的美称，所以我们在日本啊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排行榜都非常高，而且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成人病预防协会理事长哦，他也是推荐我们的这个芦荟饮品来养生啊。是，来我们看这一位的话呢，医学团体日本成人病这个预防协会理事长推荐文，我们的理事长哦，理事长他是我们的会长，也是博士哦，是医学博士片野善夫，是，他是一整群哦，他们底下有6000个医师加入这个协会、哦、一个 team 呐、啊，一个 team 的。我们看理事长他的这个画像照片在这里、嗯、哦 ，Doctor 哦 ，Doctor。我每次遇到博士我都非常的肃然起敬，是，对，因为我当年想要读博士，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读。是台湾呢、也有我们这个台北的这个医师是、
柯医师，然后来推荐给大家喝这个芦荟，可以来增加抵抗力，他说帮助你新陈代谢。永久芦荟汁喝的综合营养补剂，是从里到外的顺畅美丽，值得您体验。是，这是我们的仁宏耳鼻喉科诊所院长柯仁宏医师啊，推荐我们的芦荟汁。来，这个又是我们医师推荐的，然后台湾的部分。哇，各位好朋友，哇，今天呢，我们收看这一集呢，汤立炫老师呢，台湾娃娃童特别节目啊，我们现在线上来到了845位贵宾，谢谢我们 UP 的贵宾啊，再加油，今天一定要给他破千，好不好？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啊，谢谢啊，谢谢。我们也谢谢呢我们 FB 的好朋友哦，帮我们分享再分享。那待会呢我们定呢在3:30的时候，对不对哦，我们那个桌上满满的这种很棒的产品呢，我们的芦荟呢一系列的商品，今天呢我们要大方送哦，今天呢只有 only for today 啦哦，只有今天哦。那如果呢你们呢也想要跟我们木在阳经理来认识，他刚才一直讲哦，这个让你知道你也可以刚开始呢加入他的团队，然后可以先从兼职开始，是的，先从呢产品的使用者开始哦，然后呢慢慢的跟着我们木在阳，他人很好啦， he is kind， 你老婆有没有觉得你人很好，所以他嫁你有没有嫁错了？他怎么讲？你老婆，我要是你老婆，唯一抱怨的是你一年有半年不在家，你跑到缅甸去了。汤老师有一句话叫做"小别胜新婚"，对不对？真的啊。所以呢，就是适当的距离是好事。哦，适当的距离，可是这一距离是一个月呢。而且这个距离是到缅甸的，又不是说跑台北。各位观众，我也把我的一个联络方式分享到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的，是，如果各位想要跟我联络，欢迎哦，欢迎啊。我们木在阳呢经理他的手机0955972752啊，可以跟他多保持联系。那简单再翻一下，谢谢这个快速的跟各位观众看一下，他这个最主要是对肠胃非常好啊，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净化肠道，所以可以改善过敏，哦，这个都是有医生学者研究过的，口腔芦荟汁对肠道功能之影响，哦，对，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顺畅，各位排便顺畅很重要，便秘的观众朋友，这个是很天然的一个帮助你排便顺畅，这个很重要，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胰脏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是做一个研究，大概喝4个月，就是可以改善的一个见证，了解，改善我们的血糖，对，都是有医学。其实现在很重视这种食疗哦，就各位，我们用好的产品，对不对？对，就芦荟嘛，大家都知道。对，然后来保养保健哦，然后呢，也为家里的长辈哦，在健康上呢来把关。是。因为父母亲呐，长辈健康就是我们儿女的福气。是的，真的。那他这个呢，对胃方面也特别好。嗯，这是胃溃疡的一个研究。是胃溃疡哦。那他对外伤啊伤口啊非常好，哦，那一定的，刚刚有一个观众问嘛，对，发炎啊，发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抗发炎的，抗发炎芦荟，那他这个在印度做的一个研究，有5000个人哦，非常多人做研究，他是针对一个心血管改善心血管疾病，对，的一个部分，这样现在大家吃太油腻了，有没有运动太少容易心血管阻塞，是，这是江南药理大学的一个研究，芦荟对保湿啊修复伤口，对，非常好，修复皮肤，对，都非常好。好，那这边呢，它就是芦荟呢，它还可以就是临时当一个血液的很神奇的一个应用，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说特别推荐芦荟饮品呢？因为现在台湾呢，每4分42秒就一位癌症患者，每3个朋友就会有一个有罹癌。对呀，这个癌症 cancer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癌症70%大部分都是跟肠道有关，是，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毒素啊，营养吸收不良啊，种种种种。所以芦荟呢，它这边也是有医学研究报告，它可以抗增殖癌细胞。对呀，然后就是它最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我们看这个红字讲得很清楚哦，芦荟可以提高化疗效果，增加肿瘤消退率跟生存率。提高我们的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是的，所以这个也都是有学者研究过的，那为什么那么好呢？这边大家看一下芦荟呢，它总共有这些
它所谓的皂角苷。哦，皂角苷呢，这边我要示范一下，皂角苷喝进去，它可以清我们的肠胃。真的，我们想要清肠胃，不可能去喝洗衣粉、洗衣机嘛，怎么清呢？对啊，怎么清来？所以呢，这个芦荟里面它就有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再怎么咬，对不对？它是不是没有泡泡？对啊，没有泡泡。对，那芦荟呢，它里面就有天然的皂角苷。这个芦荟汁呢，使用前要摇一摇，摇一摇。对，我们有96%的芦荟原汁。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来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我们呢，木在阳经理啊，他现场帮我们做实验给大家看哈。哇，这个是好，所以芦荟汁春天然是有这个皂角苷，皂角苷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安特拉圭农综合体哦，好，它对抗癌反而有帮助。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泡泡？哇，全部都泡泡啊！这个没有剪接，对不对？是，它是天然的。好，这个就是芦荟里面的酵素哦，跟皂角苷。所以各位很多朋友在吃酵素，它里面有三种酵素。好，这边对不对？酵素有一个叫做氧化酵素、氧化酶、淀粉酶、淀粉酶跟脂解酶，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哦哦哦！来，汤宁老师，请你喝一下，是，就是我们早晚各一杯，就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可以让汤宁宪老师啊，能永远保持苗条，是，而且年轻健康。我们的肥凯啊，被肥凯找不到爱情，现在各位观众干杯啊！谢谢。真的，我们要用这些东西哈、来保养自己、是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的，各位看哦，这边很多人就说要吃氨基酸嘛，有好天然哦，芦荟里面就有这么多的氨基酸。嗯，好，那因为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私底下跟我约一下。嗯，那这种天然的很好。是的，各位，真的，汤宁宪老师告诉你们，不要再去喝那饮料什么，你把那饮料的钱哦省起来哦。现在外面一杯饮料也要30-40块吧？是的，我都没有喝过饮料。我觉得你把它升起来，拿来喝我们这种天然的芦荟饮品。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这个芦荟它有脂解酶，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嗯，那这个咱呀，本人我呢也是有考了台湾的这个肥胖协会的一个证照，可以协助各位来做一个减肥的动作。哦，减肥很多，我也是健康顾问，对，真的哇。哇，为单单两边都有哎，你看 UP 里面也有 ，Facebook 里面也有，哈哈，你也知道我们 UP 来了，谢谢，谢谢，还没有到 UP 的贵宾哈，来可以下载 UP。那汤炫老师的房号就是 Tony Chen， T O N Y C H E N 哦，谢谢丹丹。所以各位想要减肥或想要瘦身、想要健康的观众，欢迎跟咱呀做一个预约，我是有学过的，专业的。哇哇，你看一下。我念一下这个东西哦，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健康体重管理室证书啊，木在阳1969年2月3日啊，金本会健康体重管理室征选委员会审查合格为健康体重管理室啊，所以拿到证书了哦。你看一下，哇，它是有证书的呢，所以呢，你想要减肥。也不要随便乱减，你知道吗？是，有的人这个该减的，我跟你讲，该少的没少，不该少的一直说，本来是 D 罩杯，说成 A 罩杯，那你就惨了。你对，这边有一位观众说的，就是防疫中有人喝漂白水喝到挂，就像老师讲的，对，不要乱去减，不要乱去喝，是要有这个，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啦，专业的 professional， 而且我们这个永久芦荟这个商品呢，160个国家都有帮你把关过了，是绝对可以放心。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芦荟有什么特色呢？好，老师借用一下这一本。行哦，对，芦荟商品百百种，对不对？外面也很多公司在销售。嗯，在此呢，我们咱亚提供给各位一个做一个筛选的一个。判断怎么样选好的芦荟产品呢？大致提供给你参考，大家来参考一下。但是如果你想要用我的商品，也欢迎你。是，来，我们来做一个了解一下哈。汤宪老师也要学。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好嘛，对不对？不怕货比货，是是是，只怕不是货。对，好，您避不要紧，来避啊。女人有选择男人的权利，当然，但是没有鉴定男人的能力。哦、对啊，因为爱情都是盲目的，我相信女人有选择男人的权利，公司也是这样，用任何的商品也是这样，很多都有选择的
权利，但是没有鉴定的能力。在此呢，我就提供给各位观众做一个鉴定的一个判断，这样子。好，这就是叫探索永久，来看一下我们的芦荟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是。第一个，我们公司1978年成立，所以它呢已经是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一个公司。1978，然后到现在啊、哦，好。我们公司从栽种、采收、生产、制造、运送、销售都是一条龙，嗯，所以呢，品质保证，价格合理。那这个芦荟呢，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压力大啊，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啊，嗯，肠道里面会有很多的毒素跟。尤其很多观众朋友都外食主义了，外食的确还是要把我们肠道好好的保护好。是，它这里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它推荐21世纪人类最佳的保健食品嘛、哦，喝的部分哦。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哦。哦，对对对，是，汤老师有看到这个、哦，有看到了，对，是、啊。那它这个芦荟就是这里面最有营养、嗯，那我们公司就是采用这个芦荟这里面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永久的芦荟田，哇、它就是好多芦荟哦。对，好多芦荟，而且我们这个可以把它展开来看一下哦。哦，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呢有养跟扭去除草，不添加任何的除草剂、化学肥料，所以是全程有机。全程有机的啊、哦，这是我们呢美商永久哦，他们的芦荟是。那我们呢，就是栽种任何的芦荟，大概种3到4年，经过日月精华吸收，嗯，然后呢种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就是例如说美国德州、嗯，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海这一些。那我们 Forever 呢，占全球大概85%的这个扇叶芦荟的一个产量。所以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呢，这个美商永久，对不对？你们种那么多芦荟，除了呢，你们呢，啊、自己呢的产品需要用到芦荟吗？你们的芦荟也卖给别的地方，是这个意思？汤尼老师讲对了，因为我们生产太多原料了，85%全球都是你们种的。是，那我们也有卖一些原料给传统通路。是啊，这个是、哦、这个好，这个是有功德的啦，好。那刚才讲到芦荟皮跟肉中间这个大黄素要有处理的一个动作，嗯，所以我们公司有这个去皮的技术。我们的芦荟的皮含量呢非常的，就是这个大黄素的含量非常的低、哦、这里就是，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叫台湾国家生技疗品质奖，它里面就提到连孕妇都可以喝，就是这个去皮过后、哦、因为你去皮的技术很棒、啊、对，所以那大黄素就是很低的，对不对？是、哦、所以非常低，所以在日本啊，很多贵妇她一天就喝2瓶都没有问题，他们都已经喝20-30年了、嗯。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有这个，对，这边刚刚讲到去皮的技术以外呢，我们是有这个，就是这个稳定的技术。因为芦荟呢，它一般的话，对不对？我们知道就是割了以后，对不对？把它采割下来、嗯，很快就氧化了。哦，它就跟苹果一样，你一切开，对不对？哦，遇到空气，遇到氧气就氧化。为什么呢？因为细菌会去增生嘛、哦，所以就会变黑了。那我们公司呢有这个稳定的处理呢，所以它可以保存，把这个芦荟饮品，对不对？保存期限可以拉高到3到4年，像这手上这一罐可以到2023年、哦，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个稳定的专利。哦，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这是专利 patent。对，所以外面很多公司他们有这个专利的话，他、哦、会用所谓的活性。滤芯把它滤掉、哦、等于说营养素会流失、啊、又流失掉了，对，有些是磨成粉再还原、哦、但我们公司不是这样，我们是直接整个就芦荟汁汁啊，整个汁、哦、我们是都给你，类似刚才抽下来给你一样，包含我们这个瓶子也是自己的专利这样子、哦、对，然后这个来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严格控管，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嗯、可以上网查一下、嗯、我们永久公司呢自己有检验室，它这个检验室是符合第三方检验室，还帮别的公司做一个检验哦，除了自己的以外、嗯、所以我们公司每年啊检验150万次哦，150万次商品的一个检验，所以各位绝对可以放心。为什么要检验那么多次呢？我们也知道澳洲、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它对品质要求是非常的严的。是，我们这个商品呢，不只是卖到当地，而且在当地都非常畅销。因为你要卖到162个国家，对不对？有些欧美国家，是像澳洲啦，人家他们的这个
QC 管控很严格，是的，所以你们要合乎他们的要求嘛，对不对？没错没错、哦、那我懂了。对，所以我们的品管非常严格、哦、一年150万次的一个检验、嗯、所以你绝对放心绝对安心、哦、然后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运输团队运送到全世界160个国家。好，最后来看我们的芦荟田呢，哈，汤尼老师最是啊、就是最那个好奇的。那我们的这个芦荟呢，它种了5000万棵芦荟。哦，对，5000万棵芦荟呢，一棵芦荟，对不对？哦，20棵芦荟可以抵一棵树，嗯，来消耗二氧化碳。所以我们每年呢，也帮我们这个地球有好几亿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消、哦、消化。是，对。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嘛，我们得到这些得到好多奖了哦，荣获国际级啊、哦、跟国家级的认证肯定。这里特别介绍两个认证 哦，就是很多公司它只有其一没有其二，我们是很少数有两个都有认证的。第一个就是 Kishore Mark， 就是犹太团体的一个认证，因为犹太团体他们二次世界大战被毒杀嘛，他们非常怕、嗯。这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所以他们任何吃的东西都要颁发这个 Kishore Mark， 就是 KL 的这个一个认证。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有这个穆斯林，对穆斯林哦，哈拉认证很难拿到，所以我们在杜拜、中东都卖得非常好。哦，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分。宗教族群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嗯、那我们也得到台湾的国家生技疗品质奖嘛，对不对、嗯、好，那我们的这个定状啊这些呢我也去参观过，我们有这个阴阳学中心，我们的全部都在这边生产。嗯，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制作过程，都是很公开透明啦，是公开透明的、oh, forever。 对，阴阳学中心、啊、对，就是这里还有讲到就是世界顶尖的、哦、就是营养专家与顶尖的实验室，是的，嗯、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商品的一个制作的流程，如果各位想要对各位想要看生产过程的话，嗯、欢迎跟我私讯，我再传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的生产过程这样子。哇、嗯，对，目前呢，这就是我们的片幕，行销世界160个国家，160个国家啦。哇，我看台湾有台湾在这儿啊。嗯哦，那您的故乡缅甸？缅甸 Myanmar is here, right? Yeah, do you see? Yes. 这里 Myanmar， 但是因为我们 Myanmar 呢还没有正式公司进去，所以还没有插旗帜，还没有那个 forever 的旗帜。我俩还没有插哦。是。行。哇，我们有信心呐、啊。是。各位，哇，大家就在等待了哈。目前的时间3:40哦，3:40，大家都在等待。啊、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呢 ，UP 直播啊、我们呢，台湾万花筒特别节目啊，为你请到的是呢，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哦，他就在老师的旁边。我要谢谢我们 UP， 哇，1045位收看的贵宾哈、哦，谢谢了哦，这个已经破千了，尤其呢，现在大家都要来抢好康哦。那啊、我们穆在阳经理呢，他的联络电话0955972752啊、哦，谢谢你，好喜欢喝哦，这种天然的桶口啦，假是的，喝起来真的好棒哦哦。那他呢啊、也很慷慨哦，提供5个名额啊、哦，然后呢来赞助我们的节目做送 UB 换好礼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老师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送 UB 换好礼哦。很多人呢可能不了解，其实呢我们呢直播电视台，对不对？我们呢是呢没有广告的，我们这个2个小时是没有广告哦。那直播电视台不像传统的电视，它是用商业广告，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广告，那很多人就问说，哎呀，那没有广告的话怎么来支持呢这个 UP 公司的营运呢？是，那直播电视靠的是送礼物啊、哦，就观众送礼这样子。那大家看一下呢，汤炫老师的节目有没有？来，我的节目呢，目前所拿到的所有的 UB 呢，就在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多少？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636万1570。对，这个是我目前能收到的礼物哈，636万。然后这个叫做 UB。UB 换成台币就是1:2、哦、也就是1块台币换2块 UB， 所以我这个节目呢总共收到了将近要320万的台币啦、
啊、哦、啊，这些都是呢我们热情的观众啊，热情的这个啊支持我们的节目。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穆在阳经理，他也很慷慨哦，他呢今天呢也提供了五个名额啊、哦，五个名额呢来进行送优必换好礼。那我们送优必换好礼呢，我们呢 FB 的贵宾你们也可以参加，没有优必的朋友就直接付什么台币就可以。是，这边有一个伙伴在，丹丹也可以一起参加哦。丹丹当然可以哦、嗯，产品你喜欢哦，我们都一视同仁。康林券不会长短脚，我们也不用长短脚。我们跟那个哈、哦啊、，Forever 跟美商永久一样，我们都没有长短脚哦。老师跟你们讲，我们一份都是台币1000，相当 UB 2000跟你们交换。好的，那当然价值一定都超过台币1000了哦。那再请我们呢特别来宾呢穆在阳经理跟我们介绍，他今天提供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呢、啊？你跟我们介绍，那总价是多少，好不好？好的，今天我提供的产品呢，就是有我们。就是由我们永久公司的一个就是王牌商品试样，嗯，那我逐一介绍，很简短的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它怎么用跟它的功效。是，好、哦，好，我们从第一个这个叫做 Alo Hand Soap， 它这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洗手、洗脸、洗澡，它是属于中性的，不伤害肌肤，刚出生的宝宝也可以使用。是，像我们这一罐呢，它是400。啊、73沫，如果您洗手洗脸的话可以压900次，非常的省，因为芦荟一点点就很多泡泡了，就像刚刚这样子、哦、对不对，就摇一摇就有了，摇一摇、哦、而且它洗完以后不会干涩，你就会觉得很舒服，这叫芦荟净肤乳，这是芦荟，对，芦荟净肤乳。那这个呢我们的售价呢我们都有公定的、哦、就是目录上面都会讲、嗯、566、哦、所以这个是呢全家大小都可以用，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每天都要洗手的人，我遇过很多人说常常洗手，尤其是做美发的，他们洗手洗到谢谢我们的这个啊，丹丹说：“我情不自禁把第一次送礼给了Tony Chan的，哇，感谢，谢谢你啦，帮我们送了流星雨啦，啊、谢谢啦，谢谢你，谢谢丹丹，丹丹，丹丹是住哪里啊？他现在在哪里？他住沙鹿哦，在台中啊。对，我跟丹丹呢也认识了大概9年了，丹丹9年来的这个商品爱用者，如何你如果有到台中市来，Tony Chan老师请你吃饭，你再跟那个穆在阳讲一下，我们约一下，我请你吃饭。哇，丹丹有听到吗？都香，都香。”你敢第一次献给我，见着有份吗？那老师有，你有、啊、我也跟你一起请、啊。好好，谢谢，哦、没有问题啊。你看一下，我们现在人数，你看已经破千了，1100左右了。哦，对呀、啊哦，谢谢，别客气哈、哦哦。他说好哦，好，好啊，好啊，可以。所以这个呢，就是推荐给全家大小都不用再分，小孩子用、大人用的一个净肤乳。是，那我们也捐了很多给医护人员，因为他们对台湾的防疫尽了很大的力，所以我们在台湾总公司呢也募集了很多的净肤乳、送给各个医院的一个护理人员。好，这是芦荟净肤乳，这第一个产品啊，566元。好，这第一样哈、哦。第二样呢，这个就是要推荐给各位爱美的女生啊，芦荟呢，它叫做它有个叫做。养肾就是那个美容之圣品嘛，对不对？啊、哦，第一个它就是保湿啦，我们可以敷脸，像咱家的脸对亮亮的，对不对？也有常常用这个芦荟敷脸。嗯，它呢除了敷脸以外呢，因为它有85%的浓度，所以它可以用在就是我们的刀伤、烫伤，刚刚讲的发炎、刀伤、烫伤也可以敷脸，这叫芦荟胶。是。那因为它天然的，所以像我们牙龈出血也可以直接吐，所以它是可以吃进去的。哦，是可以吃，是的，吃到没关系。哦，像这个呢，我们是已经开了，对不对？就是就这样子，每天呢就是这样，对啊，就是这样。啊，你这样敷脸要不要洗？是，汤老师问的好，很多观众问。它有两种方式，如果你薄薄的敷呢，就直接睡觉，我们叫懒人敷脸法，不用洗。懒人敷脸法，那有一种是厚敷，15分钟后再洗，为什么呢？它好的营养吸收以后，它会有点渣渣，是那个时候你再洗掉，所以有两种敷脸法。哦，那我就要懒人啦、啊，这样可以用久一点啦、啊，像对不对？我自己也是用懒人敷脸法，懒人敷脸法用一傻傻的就好了，敷一敷就睡觉了，就睡着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再自然洗脸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可以吃到，对，所以像很多牙医诊所，他也会用这个把它当做拔完牙的一个止血的一个药膏。我那个问题哈、哦，我有一次跟张经理，我们到呢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去采访、哦，那张经理呢，他刚好是嘴破啊，舌头破，你知道吗？哦，很麻烦。像这个舌头破也可以吗？可以的，涂上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哦哦。那舌头破的话，因为它这个都会容易吃掉，待会会介绍这个牙膏可以刷完含着，它可以改善这个舌头破的部分。哦，这个也可以，对不对？好，这个第二个是芦荟胶，这个的话是多少？这个是610，610元。对，它是全球浓度最高的85%的芦荟。好，各位特别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选芦荟，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成分栏。哦，这里有一个成分栏，很多的公司的芦荟，对不对？当然各位可以自由选择啦，它很多第一个就是水成分、oh, 可是我们 Forever 公司呢，它就是第一个这边有啊，有列出来，对、oh. 就是稳定的芦荟凝胶，是第一个成分，它说代表是它是用芦荟做的哦、oh. 很多外面的商品它是用水做的，只是添加芦荟，了解、啊、那个成分在里面可以看得到这里啊，哦、第一个就是精纯稳定芦荟，精纯稳定芦荟凝胶，哦哦，是这样的意思，有了，这边有看到的啊、哦，我们有一个观众来的黄秀慧，他说芦荟用过超过7年了。哦，你家用过7年呐、啊啊？他说他用了超过7年了。谢谢秀慧、啊，谢谢秀慧。秀慧，今天呢真的是大方送呢。今天我们一整组的话，只有台币1000哦，跟你们大家交朋友哦。这个欢迎你们再继续听，好，这是第二样。在这边再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个照片，所以我们这芦荟它以前就是在开放给我们来代理之前，它是当做。药在卖的，所以它是有医疗等级的。当然，我们现在就把它当做保养品，是当做保健品，它的功效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哦、好，这是我们的芦荟胶。好，第三样呢，这个就是我本人最爱的啦，对不对？也忘记了以前在从事 Forever 之前有没有那么爱用护唇膏啦。是，现在本人呢，再次我母宅样在用的，几乎都没有办法断过，随时随地都要擦一下，擦一下，非常习惯了。第一个，它很天然，天然、啊，各位看一下，哦、它是芦荟跟霍霍巴油制造的、啊，那除了它天然以外，对不对？它可以随身携带，当做面霜利达姆，当面霜利达姆。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们大大的药罐，对不对？或者说那些滴滴嘟嘟不想带那么多的话，你又可以擦嘴唇，又可以随身携带。假设不小心被蚊虫咬伤，哦、小伤口。你可以擦下去，可以擦下，因为芦荟它可以消炎、消肿、止血、止痛、止痒，是，所以呢，它就可以当做面霜利达姆。哦，所以像汤丽娟老师的，我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嘴唇龟裂、啊，容易嘴唇龟裂，是不是很好？是哦，谢谢我们丹丹说好棒哦，好，那这个呢？这个我们的芦荟护唇膏，这个是多少？是的，这个呢，跟各位。真的是非常推荐，是啊，全家大小都可以用，全天下最天然的芦荟护唇膏，美国进口，只卖你182而已。哦，182，是的，是的，182。好，那最后一个礼物袋的商品呢，就是这一个。这个呢，要稍微讲一下故事。我爸爸呢，当初不喜欢我从事这个行业，他使用了这个芦荟蜂胶牙膏。才改变了，是不是？对，他才改变了。因为我爸爸以前刷牙会流血，牙龈不太好。嗯，因为芦荟本身可以消炎、消肿、止血、止痛、止痒嘛，对不对？那我们还有添加蜂胶，蜂胶可以杀菌。这个是后面它有一个就是成分栏这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用芦荟跟蜂胶做的，它就是非常天然。天然到什么程度呢？对不对？我们小孩子刷牙有些会吞进去，是。对，那如果是说外面的话，都会有。化工的东西啦，佛啦那些，你长期让它吞进去怎么好呢？对不对？还是会伤害到身体。就是要让它用对，在这边呢，一刀未剪，对，给各位看一下，对不对？这个呢是汤尼老师要用的，对不对？我们打开看一下，对。好。对，它是这个绿色的哈。嗯。啊，然后这是，各位看一下哈，这里是，它是真的可以吃的。哦。像。我们讲话那么久，对不对？是。怎样？就是我们喉咙会有点那个干干涩涩的话，它吃进去可以帮助我们消炎，对不对？就是帮助我们的喉咙用。太惊奇了！你看我，我这个主持人看了都不知道怎么接。没事。今天真的杀很大哎、欸！哎、欸，这不能开玩笑哎、欸。
是的，真的不能开玩笑哎、欸！我跟你讲，不开玩笑，真的可以吃的哎、欸，是真的可以吃的，真的可以吃的。当然，各位观众不要买回去当早餐吃啊！但是不是买回来吃？对对对，不要当早餐吃啊！真的，说我已经傻眼了，我整个傻眼。你更放心的可以让家里的小孩子用，对不对？对。刚刚讲到我们的导播张经理嘛，对不对？如果他舌破、牙破、嘴巴破怎么用呢？我们建议第一次先刷一刷，对不对？刷牙之后吐掉。把嘴巴清干净，是再刷一次，再刷一次，不是有很多绵密的泡沫吗？对，含3到5分钟。哦，含着早中晚各一次，它嘴巴破很快就会好了。哎呦，因为你会可以帮助我们修复伤口。嗯嗯嗯。那我们这个怎么卖呢？对，最后要揭晓答案。这一条呢，对不对？它卖292，但是这边后面有写它是浓缩的，一次只要黄豆般大小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这条可以用300次左右，所以它一次用只要0.8毛。价格是高一点，但是分析下来很便宜。没错，只要用防痘。你知道我传统的那个，我跟你讲，我传统的那个牙膏啦，我最少大概都用这么大，不用那么多。对，你的是跟我说防痘一点点就好。防痘斑，对，他这边有写。防痘斑，你知道我用的是这样子，一个拇指这样子。好的，这边汤尼老师，请帮忙念一下，他这边写的。好，用法是不是？来，我们看一下，挤出少量。黄豆大小于刷毛中，刷牙至3分钟，再用水漱口就好了。是，真的是黄豆呢。啊，黄豆呢？黄豆般大小。黄豆，黄豆，你知道很小哎、欸。是，所以呢，这个呢292，所以以上的四个商品加起来刚好是1650。哦哇！今天呢，只要用什么UB 2000，台币1000就可以换超天然的芦荟。清洁组合哇，跟保养组合来使用，好棒哦！那我问你呢，因为我有跟呢这个穆在阳哈穆经理说，我哈主持人 Tony Chan 啊、哦，我呢也一定要好康的，对不对？是，也要自己赶快拿。是，对，但是我呢，我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不能脱了，刚才我已经脱过了，是吧？是，老是呢那个脚哈，因为我们以前哈小时候了，其实小时候就有了，就是可能。常常会被家长罚跪，你知道？啊，以前也没什么概念，就是跪在那种比较热的那个哈电马卡上面、哦、啊，所以我觉得那样子就变成有疤了。是，好、哦，那他有告诉我说，老师有一样产品好像对于我们这个疤去疤很有帮助，是哪样产品？啊、是的，汤老师，我们永久产品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做芦荟蜂胶膏。各位去 Google 找一下淡疤产品，它会跑出来。淡疤产品很有效、哦。我有很多客户，对他们就是痘疤、对妊娠纹，就擦了我们那个芦荟蜂胶膏、哦，效果就非常好，这样子。对。好，那我就是想要我自己先哈，因为我刚好有这个需求啦、哦、老师刚好有这个需求，如果你们有刚好特殊的需求，也可以呢跟我们呢穆在阳啊穆经理呢来提出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是现场给你换没关系啦。那我看哈、哦，我看您这个产品的话，那芦荟胶是怎么用？哎，你那个是多少？蜂胶膏是多少？775。775就对了，是不是？当然，现在各位观众对线上的、对不对？当然都会有优惠。是。好、哦、啊，优惠到多少？就是刚刚老师讲的2000U。哦，2000U 嘛，哈、啊，对，好，那我这样子，我们看可以吗？我在想说，我一样跟您换那个蜂胶膏，可以的，老师，好不好？对，我在私底下帮老师换一下。好，你再帮我换，我看芦荟胶，哎，这个功能是干嘛？这个就是保湿跟刀伤烫伤的一个东西。好啊，那没有，我用这个换好了，我用这个换蜂胶膏，因为这个洗的话一定会用得到了哈。啊，这个刷牙都可以哈。那我就用这个跟您换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有五组喽，汤尼老师就拿一组，然后的话呢，节目里面也会送出呢这个 UB 啊，这个张经理你帮我买好了嘛哈。这个各位，如果呢你们呢这个没有 UB 可以用台币也没关系哦、oh. 那因为如果是呢穆在阳的朋友您认识的话哦，您呢告诉我，到时候产品对不对？我们四件组合1650，只用台币1000哦，跟你们兑换哦。然后的话，我们今天是提供五组嘛，汤轩老师拿了一组，还剩四组。
是哦，那时间的话其实也大概就五分钟左右了哦，因为有拿就拿到，没拿到的话就是没这个福气，下次再给你买就用1650给你买对不对？因为这个刚好是在节目当中，然后那汤轩老师的话呢就先拿一组哦，再请大家告诉大家，那如果你们要拿的朋友哦，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需要，你需要某种产品或某种产品，你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帮你们服务，这样了解吗？哈，那在荧幕上你就打加一，那汤力泉老师就知道了哈。你可能没有看过送礼，有没有？来，汤力泉老师有没有哈？这个跑出来了，那待会礼物就会跑出来。好的，这个就叫送礼啦。啊，这个礼物的话就，今天呢还带来另外一个好康呐、啊。这还有什么好康？是的，今天呢就是我们永久公司成立有史以来是最大的好康，要特别跟观众今天介绍一下。哦，就是我们 Forever 的王牌产品芦荟汁跟鱼油嘛，对不对？哇，这个芦荟汁呢，它就是净化肠道，帮助我们新陈代谢；鱼油呢，固我们的心血管，对不对？这里呢，我们的鱼油的特色呢，就是比较小颗啊，比较小颗，然后去腥味。去腥味是它可以咬啊？对，它可以咬，没有腥味，因为我们添加柠檬油。这个东西呢，对，像汤尼老师常常在看荧幕嘛，可以顾眼睛，是，而且汤尼老师是使用脑嘛，对，对啊、做生意，对不对？主持要用脑啊，对，要脑过度，它可以顾脑、顾眼睛、顾关节、顾心血管。这个呢，也可以请汤尼老师试试看。他一次吃几颗？两颗？他这边有写，就早中晚各两颗，一天六颗。它是可以咬破吗？对，您可以咬破看看。会不会很难闻？因为我有一次它有去腥味，我有一次吃鱼油，就是那个哈、哦，咬不小心咬破很难闻，就很怕。对真的、啊？像我呢，就是。这样吃的、嗯，老师也可以咬破看看，我是直接吞进去。嗯，我这是嗯，我直接把它咬破看看。对，老师直接咬破看看，感受一下。行了，它不会很难闻。对，它是由台湾的谢明哲营养学博士推荐的、嗯。那今天我们咱要来上节目，对不对？带来一个超级好康，超级好康。这个是我们台湾哇，永久公司进来台湾以来、最优惠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最优惠的哈、来，2020年6月1号以后加入的会员，然后你只要连续订购3个月的芦荟汁跟鱼油，第四个月免费送给你。哦，订3个月，第四个月免费送给你。送，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好看的，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你想体验我们 Forever 的这个王牌商品的话，可以把握这一波，赶快好把握这个机会咯。对对对对 对, 对，哇，是各位。这个超优惠的嘛哈，我们丹丹也知道哦。是，好有把握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啊，用电话0955972752，0955972752，跟我们呢这一个啊木在阳经理保持联系。对，或者是说我们7月5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也会让您免费试用。啊，保健品还有日用品，还有我们的美容保养品都可以来我们的生活馆免费体验。是，所以我如果说啊，7月5号在台中嘛，刚好我们呢这个美商永久啊，在我们的台中市金城16街18-3号芦荟生活馆，下午2点到4点要办的呢这个。啊，说明会、分享会 是由呢我们蓝钻经理王耀宗先生，对不对哈、哦？那这个事先是不是要先报名？啊，对，就是因为我有留那个通讯嘛，就跟我私讯一下就可以了，就会帮你保留位置、哦、，VIP 位置，保留 VIP 位置哦，又可以。是汤尼老师的观众，我们会特别好好谢谢，一定要的，就拜托，因为人家说我们两个很像、啊，真的像 brother， 欧巴对吗？欧巴对，而且我讲过啊，等到疫情结束以后，您到就要去缅甸，我真的会跟您去。对，各位观众、哦，那既然讲到要去缅甸，我也介绍一下我的缅甸的名字。哦，对，名字对，缅甸的名字是你的英文名字，我知道，英文名字叫 Ray， R A Y， Ray。缅文名字叫做拉敏乌。拉敏乌啊，拉敏乌。那今天介绍跟各位观众对教一句缅文，对、哦、你去到只要讲这句，大家都会喜欢你，真的、啊，就是你变得很有礼貌、哦、啊，就是你只要带着笑容讲这句话，人家绝对会态度。缅甸人就会对你 welcome， 对，是的，就是叫做啊 Minglaba。哦Minglaba， 就是英文的 hello， 中文的你好的样子。哦 ，Minglaba， 对 ，Minglaba， 明格拉巴，是，这就是缅文的打招呼。Minglaba，
就是 hello 的意思叫 ming 拉巴哦 ，ming 拉巴，谢谢 ming 拉巴哦，好棒哦！来，这个就是汤一谦老师所这个我的礼物了哈、哦。你看，他礼物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是像我们画面上看的啦、啊，国宾影城啊等等的哈、哦。哇，真的谢谢哇！现在一直在这个送礼了啊、哦，我们各位好朋友。哇，两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接近尾声了哦，真的，这紧的啊！我们大概还有三分钟就会收播哦。那今天很高兴呢，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我们穆在阳哦。他的电话是0955-972752，0955-972752啊、哦。那我们的好朋友哇，谢谢老师呢，最后一个机会再告诉大家哦，这个如果呢你们今天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只要用台币1000，对不对，就可以拿到呢由呢我们穆在阳经理他所提供赞助的4件我们呢美国呢这个永久很棒的产品，包括有这一个芦荟净肤乳566元，芦荟胶610元，护唇膏182元，跟我们的牙膏292元，这4样产品对不对？哇，拿起来其实也来，我们一起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哟，这样可以拍一下照，就是这4样很棒的产品。你绝对会喜欢上的、哦、是最天然最好用的商品，哇，一定要把握机会。这4样产品呢我们总价呢是1650元啊、哦、那我们现在在进行送 UB 换好礼，只要台币1000，哇，那等于他们省了650元呢。是的哦，真的哦。来，如果说您最后要把握呢，最后这一分钟的朋友你就加一啊、哦、啊，如果你没有把握住呢，像汤炫老师齁、哦、刚才很聪明，赶快自己赶快订一组，我赶快订一组，谢谢老师。因为节目呢收播以后就不能这样子了，是的哦，就不能这样子，是的。我们现在 up 呢有1247位，有没有？哇，谢谢1247位贵宾、嗯、哦，1252位，是谢谢。我们最后一分钟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哦，我们呢这些产品的话呢，我们呢这个穆在阳经理哦，他呢就呢这个没有提供的，节目时间到就没有办法提供的，好不好？那各位呢在节目之后呢要把握，对，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穆在阳的话哦，你好，真的省好多啦。我们呢单这个魏丹林，你认识丹林吗？嗯、是丹林，你好，我汤丽雀老师，你要不要加一？他有写加一啊，你是不是加一呢？哦，对，因为很值得。是。你的产品的话，老师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没有 UB， 对不对？没关系哦，到时候呢，产品的话呢，我们募金你会拿给你哦，然后呢，这一边的话呢，会先帮你送出 UB。那你到时候再费用再给我们的穆在阳经理就可以了啊，产品他会拿给你，这样你了解吗？齁，我们最后一分钟好、啊、单单如果你要加一的话赶快告诉 Tony Chen 老师咯齁，因为我们就剩下最后一分钟啊、哦、这个产品谢谢、啊、那我们谢谢单单，单单加一哦，谢谢我们单单加一啊齁、嗯、那只剩下3组而已啦，只剩下3组哈、哦，来，还没有拿到的，想要加一的动作要快咯，动作要快哈、哦，谢谢。那节目呢，最后对不对？我们呢就请呢我们呢穆在阳经理，你帮我们今天2小时的时间再做个总结啊、哦，很高兴认识你，也谢谢你来。首先呢，就是很开心可以上这个节目，汤尼老师这么幽默，而且口才非常好。哪里，时间过得好快哦，时间过得好快。是啊，你的东西真的很棒，而且我学到很多。谢谢。是，对，我也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跟汤尼老师的观众做一个这个很棒的一个说明。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说的有些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话，欢迎各位在
私底下联络我，或者找汤尼老师，他再请他做一个转接洽，可以来我们的生活馆坐坐啊。我们生活馆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台湾都没有的，叫做芦荟花茶，是从香港特别买回来的啊，请大家喝，然后来那边体验看看我们的商品啊，也欢迎过来喝喝咖啡、聊聊天，因为我呢也很喜欢交朋友。那如果各位对缅甸市场哦，缅甸的风情人化啊，这个风情有兴趣，或者是说想打飞镖，我也是很厉害的飞镖选手。然后如果想要打太极，还有打羽毛球啊，或者说想要练英文，都欢迎找我，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做个交个朋友。好，谢谢观众，各位观众也谢谢汤尼老师。别客气，我就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呢，我们木在阳哈，其实呢，我想很多人呢在做呢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对不对？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是人家的拒绝。是。哦，那我觉得很多朋友遇到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是退缩了。是。哦，那在这一点的话，今天呢，我们呢木在阳能够做到我们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而且年薪是破百万。当然你一定要去克服这样子一个困难，对不对？你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说一说这一方面？好的，汤尼老师的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遇到的，我们的组织网里面大部分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是。所以第一个我要从一个就是说你的选择来开始。嗯。其实这个你做任何的行业都是一个选择。你要当上班族，对不对？朝九晚五挤公车或塞车都可以，对。那我为什么要选择 Forever？ 就是第一个就是工作时间自由，他工作时间自由，它是一个可以实现自我的一个产业。是，因为我是喜欢进修的人，例如说，我可能像汤尼老师是值得学习的人，我会可能常常请教你，对不对？哦、我也会去外面参加一些、这个、参加一些课程啊，参加一些研习啦。对，像我也会自己在上网学习一些东西。是、哦。那如果我学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对不对？我只是当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对不对？我没有用到的地方啊，对不对？我就是听话就好了嘛。可是我做了 forever，、嗯、对不对？那我在提升自己的时候，我的收入也会跟着提升。嗯，这个是一个选择，是，我就是选择了这一条路。那既然选择了，对不对？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会遇到哪一些问题。这是自己的选择。对，所以心里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心理的一种自我建设了，是不是？有一句话讲嘛，你怕热就不要去当厨师嘛。怕热不要当厨师。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产业很简单，你怕被拒绝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用商品、用产品就可以了。对，就当使用者就好，纯粹当使用者。是。哦。那相对的，我用一个很客观的来跟各位分析，对不对？既然你说你很怕拒绝，对不对？嗯、那为什么台湾有400多家直销公司？就是有需求嘛。对啦。可能你的朋友里面，对不对？我们常人比例，对不对？54张，对扑克牌里面有52张嘛，对不对？52张扑克牌里面，对不对？可能，对不对？你翻了，对不对？前面20张，对不对？前面都是123，嗯，就是前面的可能234，没有你要找的 X， 没有找你要找的老 K 老 Queen， 对不对？是 JQ Queen， 就是可能是你要找的客户或就是跟你来一起经营的组织网里面的人物嘛，对不对？是。那你可能就是还没有。多讲一点的，你可能讲5个，那5个跟你拒绝，你就会怕了。我了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大数法则，但这要怎么去克服这个大数法则，就是你心态要建立得很好。我们就是老板，我开了一个牛肉面店，难不成全台中的人都要来吃吗？不可能，也不需要啊。我所有亲戚朋友都要来吃吗？不需要啊。不需要。对啊，就像我开英语补习班，对对不 对, 对, 对？我也不需要很多人啊来跟我学英语啊，只要当中一部分的人就够了、啊。是的，我们的心态就跟汤尼老师开补习班的心态一样、哦我们把好的商品介绍给汤尼老师，介绍给我们导播张经理，对不对？是。介绍给我们的丹丹。是。有缘的人自然会有智慧来选择好商品。对啦，有这个福气啦，是的，福报的人啦。是的，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就当做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念啊，就像传教人士嘛，嗯，去传教他就会信主吗？当然不可能，不可能嘛，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是把，例如说我去打飞镖，我去打太极，我就把我们这个美好的商品，他适合的跟他分享，了解买不买那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没关系，那个我就不管了。但自己说你要怎么敢去开口，就是你要自己的心理建设，因为你当老板的，你开一个牛肉面店，你当然先在 Facebook 说各位亲朋好友，我要在什么路上开什么牛肉面店，欢迎来捧场，是欢迎来吃，有什么建议欢迎提供给我、嗯。我们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说我们有在代理这个商品，
至于说朋友要不要私底下了解，要不要用，那个是后事，所以不用怕拒绝，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克服了这些，当你越做越好，成绩越来越好，大家看到你成功了，对，当初拒绝你的人可能会就会觉得哎呀被栽被栽，有时候被栽真的就太慢了，是是不是？是、哦，那我懂了。这段话我真的是彭丽娟老师收获很多，谢谢老师，你谦虚的。彭丽娟老师在这边也跟我们 UP 呢，目前在线上收看1352位贵宾哦，热情的推荐呢，我们呢美商永久全球分红经理穆在阳哦，我想不止他们呢家的这个产品这么好，我觉得还有您这一个人也是呢，让我们觉得很喜欢，也很乐意跟你交个朋友。也很谢谢你哦，从缅甸来到台湾，然后现在呢当我们台湾的女婿，还现在拿台湾的护照了，对不对？跟我们一起呢共同打拼，我们都是爱台湾的。是的，哦，谢谢你为台湾所做的一切事，谢谢喽。那我们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再次谢谢您的光临，谢谢汤老师，谢谢我们1358位收看的贵宾了哈。我们呢台湾万花筒呢，明天礼拜二哦，明天礼拜二的话我休假，那礼拜三我人在台北哦，台北的话所以要礼拜四再见了，谢谢咯，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